各位议员先生、女士哈，有关于刘增议员您所提到的那个我们复兴跟富华里的那个电梯工程的部分哈，那目前的话是因为牵涉到这个公园当中有一条这个继承的一个道路的部分哈，那目前我们跟正在沟通。那个区长是，其实你已经发包出去的是势必一定要施工嘛，对不对？一定要做，会做吗？一定做。那我希望说我们呐、要尽快的协助地方啦，因为市长的德政啊，他对这个活动中心跟集会所他非常的关心，才会给我们这么多机会嘛，对吗？那已经有了预算了，我们还不去做，那些里民啊每天在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这个区公所为什么这个执行能力这么差，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区公所尽快的来施作这个工程好不好？好的，谢谢。还有一点我想请问一下哦，我们有协助这个市政府办这个生活圈二号道路，也就是三民路跟文中路的打通。那我们协助些什么东西？像一些道路的一个未来要征收的相关的一个范围。我们的路线已经确定了吗？目前应该还没有完全确定。还没有完全确定，这已经很久了，我记得这已经谈了很久了。所以希望区长能够尽快的话。好。接下来我们请卢明哲卢议员以及苏翠玲苏议员共用20分钟，请发言，谢谢。好，谢谢议长。汤局长，我们是民政局的一个团队啊，各位区长、各位主任啊，还有我们这个副市长。我想这个民政局啊，因为你看这样一做下来，那管理的业务非常非常多啊，各区公所相关的业务啊，有很多你们在负责哈。其实我今天非常关心啊，一个效率的问题，因为去年啊，可以讲预算通过是。3月底、4月初你们开始执行，那到今年为止啊，很多的事情都应该上轨道，非常熟练。不管是在市政府或者各区，我想都是这样的哈。可是我们从上个会期、上上会期，我们就一直在问啊。不过当然现在答案也渐渐出来了哈，就是我们在去年104年，所编的5000万的各里小型建设工程啊，104年编了5000万。105年又编了5000万，每次编预算的时候，我就问说哈，你这个预算哦，能不能编得有名有目嘛？就是说，你明年到底要做什么？加起来是5000万或者6000万，如果各里都已经呈报了，就有一个项目的叫做计划型的补助，你一定要一个空头的，好，空头的。那到目前为止104年哦，我想强调一下，我讲104年预算距离现在应该已经执行了18个月。整整的一年半的时间，按理说不光是执行完了，应该进入保养阶段了。结果你们报告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啊，104年这5000万要补助给各里的，总共你们在104年核定了87项，在当年的8个月、9个月完成的只有15项，只占13%啊，也就是说占17%啊，也就是说83%啊，全部都是保留啊。所以你们的那个总执行率啊，那个保留当然也算你们的执行率啊。可是我是说真的啊，我今天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是民政局或者市政府，民政局你的效率不彰，判断力有问题，决策力顿顿的，还是一层有问题，还是区公所执行有问题？不要告诉我没有问题，不要告诉我没有问题。好，18个月到目前为止哈，到目前为止还有50件。尚在执行中啊，还没结案核销的哈，占59%。我是说真的啊，你今天从南到北各个地方，不要讲私人企业，这真的说不过去。去年的预算87件，你到今天我们在讲话的为止，你们给我们的一个资料，你们给我们的资料说还有50个案子还在执行中。那个蔡科长，你这50个案子啊，没关系，今天我就来了解一下50个案子。哪三个区？1、2、3名是哪三个区？好，是不是区长无能还是怎么样？今天就把它讲清楚啊。好，谢谢议员。第一名是谁？讲。那目前的话，总共的执行度是这种动态的嘛？是动态的哈。目前我的第一名现在最多案还在手上，尚未悬在那里是哪一区嘛？最新的哈，我这边最新的资料哈，最新我们最新我9月份调查哈，其实他们各区公所在陆续执行，尤其104年度的预算哈，当然有几个公所申请比较多哈，它保留会比较多一点哈。像中立有申请23件，平镇有11件，不是啦，哎，关里有12件，还没执行完的到底是好？你到底我叫你排个序，这样
事前跟你讲，排到现在没排出来吗？我等个一周报告哈，我等说明报告。你讲，因为他们申请比较多哈，像中立哈已经执行了哈，快核销哈，只剩下三件而已哈。他保留了很多，但是执行只剩三件哈。那陆续还有些要验收，像观音哈，十二件当中有七件已经办理完毕，准备完验哈。那完验以后，他再清款。所以你刚刚给我这张经营章拿过来给我一张是废纸就对了。不是，那是那我奇怪，我要个资料。对，那你现在念得出来这个资料？你这边我看到的是中立，你不要跟我讲你核准多少嘛。对，我在问你效率问题，你核准他一百件，他能够吃完，他的本事嘛。现在你给我的说中立剩七件嘛，目前你上面没有写已核销，已核销你都已经有注记了嘛哈。对，那第一名你给我的资料哈，第一名应该做的最差的是观音啊。你是诬赖别人，你这个资料我一定会传出去啊！我等这不是我捏造，公文书嘛。我等个一周做说明哈。最烂的还有到现在为止，观音区长哪位？哎，你是不是觉得你那个效率是不是最烂？还是公务科要换人？包一周我们的全部都已经核销完成了，全部核销完成了。104年度已经。我刚跟一周报告说，104年全部核销完毕是吧？是。104年观音行核销完毕的，因为它是个动态的，因为在9月份他们已经办理了结验的。我觉得这真是我最鬼扯的。你今天到议会来报告，到议会来报告，你们的报告书第四项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跟我们报告你的一个进度，你跟我们报告，你说还剩40、50项，那我依据你的报告来剩哪50项？那你又给我第二份报告，我怎么算？未核销的只剩下35件，跟你50件又对不上。那我现在再问你说，这35件里面，前面你框了有8件是这个观音的，我准备要这个不要讲开嘛，要讨论。观音是7件，最近已经办理在结验的，所以它这个是动态的，因为我们要赶说小型工程哈，必须快速的完成，来跟一周报告。那时间会有时间差。好了，好，那个副市长，没有，我们希望报告准确一点哈。我们觉得说，如果你报告有更新，在当天的早上，像以前你更正的函要来嘛？是，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今天在问这个事情，就变成我准备了，你知道吗？准备了3天的工作，突然你跟我讲说，议员在跟你开玩笑，你不要当真啊！你常常来议会开玩笑是不是？报告一做，我刚刚发现他是4月到7月的书面资料哈。那我不管嘛，那今天你来这边报告，今天来报告应该有更新的资料，最新的，有些局都会有附件，这样的要求过不过分？不过分，因为为什么就会产生误会嘛？到今天我讲说18个月了，你告诉我还框50件没有执行，你拿给我报告，有35件还没执行完毕，因为是104预算，那当然要检讨啊。那现在叫第一个起来，区长就说他执行完毕，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了哈。那个两位局座，副长请坐，那个区长通通起立一下吧，区长。区长在第一线很辛苦啦，哦，所有那个风吹雨打，你们都站在第一线哈，这样好不好？因为你们刚刚做完了一个区的考核的评鉴哈，上级单位啊不断来给你评鉴啊，评鉴东评鉴西啦，你们也非常配合啦，非常配合啦哈。我知道，那评鉴的结果出来了，哦，出来了。结果我暂时先不讲一下，我们是这样好不好？我们也把你们现在哦，我们私下很多的，包括科长、承办人员，不断的跟很多议员反映，很多公文一上去。上去到哪不知道，到民政局还是一层，我们不清楚。一拖1-2个月，哦，一拖一下，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在查我们自己争取的补助都有这种现象。然后，但是很可能这个结果账会被算到某一个区公所，你执行不彰，有可能。所以在这啊，我想请教一下，啊，你们现在啊，这个大有人做1年多了，也快2年了哈，啊。你们觉得哈？啊，目前为止啊，如果你们承认别人都很好，就说错都你们的了哈。就是就行政的公文的一个效率，觉得你公文送上去啊，很有效率，都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回来的。也就是说，你的上级单位行政效率太棒的，请举手。没有，没有哈。那觉得第二类普普通通啊 ，B 级啊，普普通通啊。就是差强人意啦，还可以忍耐，请举手。啊，手放下。那个，欸，新屋，欸，同志，你都没举手啊？太慢了。好，区长请坐，谢谢了。
这个其实是说给副市长听的啦，因为跟民政局啊，当然民政局也不能卡。那当然，因为很多的事情倒不是真的很多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在地方假设民众我们知道的 case， 我们知道 case， 我们也去区公所骂嘛，骂完之后骂科长骂承办人，其实他们也尽量快了。那到上来之后啊，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拖这么久。我记得我在去年还今年说的时候，特别跟你打一通电话，我说我有时候我们议员争取的一些建设也拖了也许三个月四个月，现在到底部长有没有一个你们一个标准，譬如说就是一个月把所有东西要 clean， 有没有？你现在有，你能不能回答一下，包括了这个他们是你们预算的工程，包括议员争取的，你们到底的时间点给多久？你讲一下。啊，谢谢卢议员的关心啊。我能够应该这样讲，各机关各种公文它都有一定承办的时效，而且有一些限期的规定。假如说哪个公文，假如说超过时间等等，我们的研考单位都会提醒相关机关的同仁来注意这件事情。啊，没有错，或许议员觉得说确实某些公文不如预期的那种速度的部分，我想我们会来做再做注意来做检讨。好，副市长是。其实很多公文真的很慢，这也不是我们执行的一个问题。那如果都是复杂性的公文我可以理解，但是其实有些真的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觉得那个关卡机制哈，你们要把它当作不能讲国安级了哈，就是说桃安级的案件了哈，桃园安影响到桃园未来安定人民生活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来做一个处理啊。工程一个月，公文拖两个月，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案子的话，这种回馈你们自己也会觉得会非常非常不好哈。那部长请坐。那各位区长哈，又那个上级单位帮你们评鉴的哈，我们看到一下哈，第一名八德区，第二名新屋区，第三名龙潭区，一二三名。不过我们上级单位也很会做人，其他全部第四名，好不好？没有最后一名，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十二名。好，这个是最终民政局比较会做人的部分了。可是我倒觉得哈，你们现在所有最差的是公务类，所以有一半的责任区长你要回去检讨一下。公务类全部你们除了三个比较前面的全部都是乙等啊，因为其他的另外九个检查你们的项目大家几乎都是优等跟这个甲等啊，所以说公务类是普遍有问题。这个部分是不是人力不足啊？人力严重不足，很多一些问题啊真的大家要去解决。那再一个问题是，我请大园区、芦竹区、大溪区的区长麻烦起立一下。啊，这都是老同事啊，我要请教一下，你们是不是有被特殊待遇啊？为什么还是特殊待遇，还是当天肚子饿？为什么人文类他们送这三个区都个人一张饼啊，让你们回家吃是不是？因为所有的哈，看了你们分十大类去检验啊，所有的成绩拿出来，没有人得饼的，就我三个老同事得饼啊，有没有什么冤要在那边生啊？你人文类这个楚区长，人文类你被打饼，你觉得说是哪里做的不好，还是说有误会？报告一座，这个部分我不清楚，我没有这份资料，因为我知道我只七十九分而已，我没有，我不晓得这个人文类来打饼。七十九分啊，七十九分是乙等哎、欸，对，七十九分是乙等的哈。部长，不能够因为哈他是那种当然连任的区长哈，就讲说一定要三个饼就送给他们。如果可是如果他被打七十九分啊，七十九分在这边开宗明义是乙等，那这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如果人文的做得不好，最终要解决好，那大家请坐。最后啊，最后这个执行率的部分啊，其实也说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刚看了一下。所有区公所到八月三十一号的执行率啊，我看到第一名是中立区了，那我也分享这份光荣，是分配的问题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个技术问题我没有研究哈。那倒数第三名是桃园区啊，因为你们两个区很接近，都是十亿二、十亿五的预算哈。那到底怎么回事？那个中立区啊，到八月三十一号啊。他能够做到91%的执行率，那你是58%，
六十分以下是什么问题？你觉得？感谢一座关心哈。那因为桃园区在103年之前的保留预算大概有22亿了哈。我不管你保留预算啊，我是讲104年的预算的。对，我就是说，我们除了执行当年度的预算之外，还要执行以前保留。哦，对不起，我讲106，今年不要扯到去年，今年的预算，你到8月1号，你执行率两个差大概将近30几%了。好好研究一下，但是谁是最后一名倒数第二名？这个苏远，你来宣布。啊，倒数第二名啊！我们平镇区区长，我都看了好难过。怎么会呢？你这个平常是老官僚，这个在地方上，在那个这个桃园市政府待了那么久了，结果我竟然看到我傻眼哎！我们是倒数第二哎，12个区公所以后执行率只有58.97%，连60%都不到哎，你知道？那我不知道是因为来的时间还不够久了哈，这个才没一年哈，所以呢这个执行率是这样子。不过我想要再加油了哈。然后另外呢，刚刚请坐，刚刚这个杨朝伟议员啊特别要我来讲啊，他说副市长，这个不可以因为三个这个是民选的这个留任的区长啊，所以你就对他们差别待遇啊，这个预算的这个分配啊，竟然这个。大园最糟啊，零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大溪只有45啊，这个当然对我来说，平镇拿了800多万，我实在讲这个不太好。但是如果站在桃园市议员的立场啊，应该要12个区都要一样好才对啦，哈、啊。那我就不懂说为什么会分配差距这么大，所以刚刚杨朝伟特别要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哈、啊。好，谢谢，请坐。那另外我要再讲的就是说，我请教一下啊，我们在《天下》杂志昨天讲啊，《天下》杂志啊，我们桃园啊用电量啊。是最高的，6都最高啊！所以呢，这个我知道，我们能源局啊有举办一个活动啊，节能比赛的啊，智慧节电计划，总共的经费是1亿2000万啊，给我们桃园县桃园市啊来举办这个智慧节电，那是个比赛，有奖金的。那它针对的项目是住宅、机关、学校跟服务业。可是呢，我们怎么执行的？我们那个民政局局长，我们的这个比赛是怎么执行的？我们民政局跟都发局是负责住宅节电的部分，那我们有做一个住宅节电的竞赛。住宅节电，对不起啊、哦，如果让我对字面上的认知啊，这个住宅节电应该是针对个人嘛，个人的住宅嘛，对不对？那你们现在执行的方式是什么？是一个里啊，框一个里，这个里，然后来比赛，然后呢，就约定1/3每个区1/3的里可以得到这个奖金。奖金50000块，对不对？然后2/3的得不到，那我就很纳闷了。我说，哎，那你这怎么比呢？对不对？你一个里，然后框一个里来比赛，说这个用电量有没有节省？然后结果呢？你们是怎么比的？你们的 data 从哪里来？从台电的历史资料里面，今年的资料跟去年互相比对。啊、哦。去年的资料跟今年的资料互相比对，那台电的资料是什么时候？台电怎么会有行政里的资料呢？台电它有每个区每个里的一个总用电量，它怎么会有？台电有每个月有去收电费抄表，他们用抄表到那个 data 资料里面去。所以嘛，你们都随便回答，以后在议会不要随便回答。随便回答、啊、一个藐视议会啊，一个对你自己的业务不熟悉，对你自己也藐视你自己，你知道吗？台电有这个办法吗？你随便 common sense 想一想，台电用电表电号在做管理，他还会知道你行政里哦，他会知道你行政里，你这个行政里然后有多少支电表，他还可以把你的电表全部框在一起，然后来做统计分析吗？这个资料是去年的环保署正好跟台电做了一个计划，他把电表跟地址做一个结合，可是这个是旧资料哦，你今年105年，你还拿去年104年的旧资料，有没有新增的？有新增吧？有没有可能有撤销的？也有可能撤销吧，对不对？所以有新增有撤销，你用的不是今年度的最新资料，你用的是去年度的资料。而且我刚刚讲，我觉得主计可能要再去了解一下，今天主计处长没来，这样可以吗？如果按照能源局他举办这个智慧节电计划里头他的规定，跟他是针对住宅、机关、学校以及
服务业这三大类哦。住宅它可以作用里来框列吗？我个人很怀疑哦。而且你们这样子是不是有侵犯个资的嫌疑呢？对不对？现在就有李明来跟我 complain 啊，跟我抗议啊。他说：“哎，今天我是最节电的、啊，为什么这个奖金没有发给我呢？然后为什么是发给每个礼，然后每个礼呢放在中秋节的晚会里头买奖品摸彩，我也没摸到啊。”那说那怎么对呢？怎么公平呢？你用我的 data 去拿奖金，拿了奖金以后把东西给别人，他那我算什么？这个可以核销吗？我个人觉得很怀疑耶。这个办法里头这样制定，住宅、机关、学校、服务业，它的用意是什么？它的用意就真的要鼓励民众啊，你真的去想办法节电嘛。可是我请教一下，你这个奖金发下去以后啊，老百姓知道的有几个？老百姓在拿到中秋节的摸彩品的时候，他知道的有几个？他知不知道是因为他个人节电然后获得的这个奖金？如果他知道他来跟你要钱，你要怎么给？我现在请教你，如果他知道他跟你要钱，你怎么给？我想谢谢苏议员的关心了。针对这个整个行政区里跟没有，我要特别强调哈，我要特别强调，你们的预算不是这样玩的，你知道吗？而且还规定啊，要有那个纪念品或者是。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黄部署长议员啊，以及李林小凤议员啊，请发言，谢谢。谢谢议长。我们民政局哈是局长，我想我们一旦经过我们核定的补助由区公所执行啊，我们民政局或者各局室啊哈，在我们区里面要做的各项建设或者各项事务啊。经我们区公所这个经我们核定补助以后啊，我们区公所去执行，那我们民政局如何管控工程执行进度跟成果？哦，有，我们现在局长，你回答我，局长回答我。好，我们现在啊，就是每个月针对有核准的小型工程或者集会所的部分，我们每个月都有开会，请民政课来一起讨论。你这个开会到底这个控管会议，哦，对，是真正有在开，有实质效益呢？我们也协助他们开着玩，他们碰到问题也会反映给我们。好，那我请问你啊，我们埔中地下道淹水，前一阵子上了我们各台电视的跑马灯，中立埔中地下道淹水，下一点小雨。淹水50公分，那个工作，那到底是谁？他阻碍了我们前后站的一个这个交通要道的一个这个通过。那个工作是那么小的工作，两三天之后下雨又淹了，那工作是谁的？你有没有控管？那个水务局他们在处理吧，水务局没有在处理这个。所以局长你都搞不清楚，局长你说这是谁的工作？那个各位议员先生女士好，那有关黄副议员你所提到的埔中地下道的话，目前的管理跟维护是由我们中立区公所来管理。你们区公所在管嘛，在维护嘛，你们有开口合约嘛？那为什么你平常的维护报告书都写正常，为什么下一点小雨，你的集水坑的这个马达就会被垃圾包住，然后没办法运转，造成淹水，然后两三天之后又淹水？这臭西郎，你知道吗？你的行政效能，拜托一下。刚才我们前市长跟你称赞，说你的经费执行效率第一名啊。那我要请教你啊，本席啊一直建议你说，那五权国宅那边的公园的步道啊，那个很非常不平啊，老百姓走路都会跌倒啊。那些坐残障轮椅的都没有办法在上面推动啊。结果讲了多久了，你连
规划计划都没写、啊、即使你们要经费要写，或者用你们一年6700万里面的工程费里面、啊、你一毛钱都没发，怎样有大小牌一言之分是吗？是不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情形。局长，是我今天讲人民的需求啊，你不能以议员的大小牌去分啊。我们提案啊，哦，你的执行力第一名90%多啊，啊，我们桃园区长怎样差了3%、啊，可是对我来讲不及格啊，因为我一毛钱都没有办法请你来帮忙我们中壢市的各里的这个所谓的公园也好、设施也好、不良设施也好，来请你来维护、来修补，你都没有办法答应。好，这个部分我们回去我会彻底的检讨改善。你不要给我来再讲这个官话。上次我一个多月前我去你办公室，你跟我讲一个星期要严厉回应我，有没有？是。有没有回应我？应该是。有没有回应我？应该是有了。一个多月都没回应我，你还敢讲啊？你又说谎啊！朱议员刚刚讲在议事堂不能说谎，你有没有回应我？摸着这里，有没有？你是不是跟我们陈良记一起上到你区长办公室？你说你要回应我，一个星期延议后就回应我，有没有回应我？有没有？陈良记科长今天已经到我们警防科了啦，已经绕跑了，有没有回应我？有没有？你不要说应该哦，应该我们你要负责任的、啊。是陈科长是应该有回应，没有回应。你说你要回应我，不是他要回应我。局长，不要有这样子大小牌之分了、啊。今天啊，把它讲清楚，水沟不通淹水啊。请问一下，我们各地区淹水全责到底是区公所还是水务局？局长，我想这个桃园区长张局长，请坐。好，谢谢。我想那个地方的一个排水沟的一个淹水，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天气异常的部分。你重点回答，你不要给我扯那么远。应该由我们如果是区域性的话，应该是水务局会来协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处理。那一般的再讲一次。我说区域性的排水的话是水务局哈，那区排的部分、啊。那如果一般的话，那个小型的水沟排水沟是由我们区公所。土沟是谁？对，区公所。区公所。对对。哦，区公所，我请问一下，你在对于这些水沟、水路啊、涵洞啊，你们有没有建档？有没有图资啊？哎，我去会看啊，一问三不知啊。你们区公所、公共科全部说我不知道，不是我啊，不是你们区公所。刚才你讲是你区公所，你说不是我，结果水务局的官员我都请去哦。我告诉你啊，刘副市长，我今天讲这样的衔接啊是大有问题啊。所以刚才讲的，卢议员讲的。你们各区说他们写的企划案给你市府全部公案好慢啊，你们下不来啊。可是我的感觉是我写给我要求区公所要做，他企划书好久啊，写不出来啊，连送都不送到我们市府来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副市长，你们这样子的磨合已经1年8个月，将近2年了，还在那边半吊子是要怎么处理？谢谢黄副议员啊的关心啊。针对公所跟市政府局处之间的部分啊，现在有两个机制在处理。第一个当然是由民政单位谈的区政会议的沟通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就业务的部分有一个汇报来做沟通。为什么我说是白沟通呢？尤副市长，你再听我讲，道路坑洞要修补，来，请问我们乡美区长要几天？好，原则上如果说是简易的话，我们大概4个小时内就会修复。4个小时啊，你们的公务课给我们回答要10天，刚才我听张世威说5天，你刚刚回我4天，后来啊，我们啊有民众反映，我们就跟你们区公所反映说要10天，要到24号，什么开口合约，然后一堆理由，结果我知道请养工处1个半小时就给我修复，局长。要汗颜啊，你不要用嘴巴在议事堂讲，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有我们市民作证的。我再请问你啊，我们圆化路地下道要封，我们那圆化路是我们通往后道的主要干道，我们很多议员啊，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啊，议长也关心。那个啊，像人家
三级城市的地下道，比像难民的地下道黑麻麻很脏，然后也没有重新的粉刷过。我们真的讲，我们从那边过，我们一直忍耐，就是说已经要封了，所以算了。可是刘部长，机电一直没发包出去，要封的时间可能还要拖很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点经费来维修那个莲花路地下道？我想这样子啦，因为没有错，因为 A， 因为机场捷运的 A 二一到 A 二三的机电标还没有标出去啦，啊，但是因为目前啊，交通部长已经带率团到欧洲去洽谈，假如说还有很长的时间的话，我想我们基本维护了，我们来处理。拜托一下啦，刘副市长、区长，我们哦一直被诟病，给里长、给市民诟病，就区公所的执行力不彰啊，效能啊要加强，大家动起来可以吗？好，不然就真的虚极化，你们人全部来市府，虚极化，真正虚极化，好不好？来，小梦。啊，那个局长啊。是，嗯，我还有一个，我有一个那个想请教，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巴德扩大都市计划啊，这个盖了很多大楼，然后我根据户政事务所那边的统计啊，差不多有增加了差不多五六千户，好，那这个关系到什么？关系到说以后会不会这个有分离的这个状况？啊，有可能啊，如果说达到那个数量太大、嗯，那个里长他反映，我们会不是你不应该等里长反应吧？应该是跟户政事务所这边直接来去查询，然后再来，我们现在是公所会跟我们查报，巴德公所。那我希望是说哈，因为这个，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各里民的那个权益问题啊，我是希望说这个分离的部分哈，我们一定要去重视。那尤其是巴德扩大啊，因为又加上说这个两税合一啊，两税合一为了要节税嘛，所以说他每一户啊都一定会有入户进来。那一旦入户的话，那人口就增加，人口增加的话就会达到这个分离的这个整个一个界面啊。所以说我是希望说我们的那个局长。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英陈议员李淑珍李议员周逸勤周议员共用十二分钟，请发言，谢谢。好，谢谢议长。那我们时间延长哈，到议员全部问完哈，谢谢。副市长还有局长以及各区的区长，还有媒体先生记者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我想就叫一下局长，在您的工作报告里面特别有提到。您在我们复兴区就是部落公墓更新上面有不遗余力的协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如何哦？请教一下，您知道我们各部落它已经盖好的有哪些公墓？现在有跟一周报告，就是说目前三光公墓在那个9月28号那天要办启用，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内政部补助他们争取到经费的部分，只要现在可以跟公务局申请到杂照或建造完成的话，我们都尽快办理验收启用。我们好，你这样报告好像原住民部落发展得很顺利哦，其实不是。我们在从我在当代表的时候，就是大概96年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到部落去跟他们跟所有的我们耆老部落的人跟他们沟通。怎么样在一个集水区上游，要让我们底下的人有好的水、干净的水质、好的水量去生活，我们就开始跟部落的人说，我们应该要转型，在我们原乡地区土地那么样一个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推动公墓的更新，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的也不叫纳古塔，叫做纳古廊，就像一个廊道，很薄的，而且是最环保的。那可是从1997年一直到现在，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原乡有58个部落，10个里。那我们大概呢，我们的面积是桃园的1/3大，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呢，我们才做了大概7个。可是直到现在，经过8年呢，大概下礼拜。三光才完工，可是，在前几年就完工的叫花林里面的
格拉赫公墓呢，一直到现在都拿不到执照。那其他我其他有霞云、罗浮、华林，还有一个地方益盛、葵辉，这些呢，其实一直想要去完成，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可你们刚刚讲的哦，好像都很顺利。跟大家报告，我们原住民的所有祖先呢，因为我们的区公所上以前的乡公所就极力发展纳古狼的一个计划，我们那原住民很配合政策，就把我们的祖先，然后呢用那个罐给他放，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地方安置在破旧的可能是木屋里面，破旧的一个塔里面。台风一来的时候，倒的很多，破损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怨言。刚刚在你的计划书里面看到，你协助一直推动，讲得很好。可是事实上现况呢，我们在水保有问题，我们副市长在这边，我们的执照也有问题，可能我们的建筑线也有问题。可是身为我们的民政局的，我们的主办的，可是你们没有去协助我们的那个复兴区哦，所以我希望我们好像很高兴，第二个才要做，那个第二个是已经经历了将近七八年了。那然后我们有很多残破的那些骨灰骨灰的那个瓮，都已经在那边七斜八歪的，不要再漠视原住民对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对一个土葬的观念，相信政府，可是却是这么牛步。好，主动去关心一下我们的那个复兴区，帮助他们呐、啊，整个好不好？不要就报告上面讲得很漂亮哈、哦，因为时间不够，有机会我们请副市长再次的协调下，帮助下我们的水保问题跟执照的问题哈、哦。好，谢谢，时间交给。好，谢谢陈英议员哈。我也希望我们局长要多多的关注我们原住民哈、哦。说实在，他们是真的很辛苦哈、哦。那我想。我们升格之后，我们小地名哈、哦、有很多。那最近我们户政事务所也把所有的门牌都换过了哈、哦。我不知道局长，所有的旧的地名，像霞啦、什么洋丑仔一些比较老旧的地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换了、啊？有没有？现在陆续都在做，但是好像有点牛步哦，好像都没有感觉哈、哦。我觉得应该要换，你不换的话，有一些人真的。车子停在我的服务处门口，有时候问我，我都被问倒了哈。有很多旧的名字的那个地名啊，希望我们局长用点心来思考一下，应该要把它换的时候就应该要换掉哈。那我想，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八德区有191032个人哈，已经人数越来越多了哈。那当然大里跟小里也是差很多，目前我们最大的里。有8025个人，45邻，那最小的是大庆里1665，资源都一样哈、哦，所以这也是要由我们民政局去思考怎么统筹，怎么资源，怎么要分配，让所有的里长的资源能够够用，这样好不好？哈、哦，我想民政局希望你们要好好的用心哈、哦。那我们区长，首先要恭喜我们的区长哈、哦，那也谢谢你为我们八德这一次。执行率做的76%的执行率做得很好哈，那也是第三名。那当然，好还要更好。目前本席有时候到地方上去走的时候，有看到我们铺路的，当然我们所有的柏油路在我们八德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说路不平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个厂商非常的重要，这厂商非常的重要。从4月份做的工程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验收，我去走了 N 次啊，那个所有的那个雕马嘎啊，你走过之后必留下痕迹啊，走过之后走到他家去，糟糕，所有的那个柏油路全部都要重新再扫一次。所以我希望区长你能够把持的你的专业，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能干的区长哈，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的对这些厂商啊，一定要好好的把关。而且目前我们区公所也我们市政府也发包了我们君临天下的停车场，还有合一一街、合一二街哈，这些工程都已经发包了，是不是？是的，已经9月1号开始营业。
九月一号怎样？对，开始他这个停车场开始营业。哦，已经开始营业了。哦，已经开始营业了吗？哦，这样子哈，那我想这个怪不得你会前三名哈，绩效非常好。那有很多的地方也需要停车的地方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大红里的停车场，也希望区长你好好的关心一下，好不好？好，是的。是，谢谢你哦，谢谢。谢谢淑珍议员啊，请教杨梅的区长啊，姚区长。今天是几月几号啊？九月二十号。九月二十号了啊，那你在给我的讯息是说杨梅的红梅里图书馆啊，是，说九月中旬会开工啊，那今天已经二十号了，快要下旬了，怎么还没开工啊？报告议员，厂商已经申报开工，也做好开工备料的准备。我想我们这个开工典礼、开工什么说明会已经弄了 N 年了哈。这个拜托快一点好不好？会加速要求，都很急，尤其是富冈的图书馆呢，什么时候会新建完成？报告议员，主结构的部分在两三周就完工，那之后呢就会请文化局来做内装的部分。好，现在也还没完工，也还没做内装啊。那里面那个旁边的一个旧的厕所啊，因为那是市场，是，所以呢就你那厕所就帮人家拆光光啊，也没有弄个临时厕所。我那天在富冈那个欧巴桑就和我讲，他说他内急啊，都找不到厕所，店家他又不好意思进去，结果大便都拉在裤子上，你这成何体统啊？那我和你们反映，你们到现在也没有装个临时的厕所进去啊，对不对？那市场人上上下下买菜那么多，你那都还没完工，还没验收，新的厕所又不能用，那旧的厕所又帮人家拆掉，要动作要快，好不好？感谢议座，我们有在做，我是讲了一个月了，还说有在做，已经在做，难怪我们评比那么后面，对不对？是。好，还有呢，最近市场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昨天有在公所召开，跟自治会还有关心。到底要是新建还是要维修就好？这一部分我们因为有金发局给我们4000万的一个委外评估的案件，那你要做维修用还是新建用？这两个方案都会列入。好了，我建议啦。其实我们杨梅大城市场啊，已经没有那个摊商在那边了啦。那个啊，我也问过金发局啦，他的市场用地他也要保留。而且我也问过都发局，他说大城市场呢，一楼或地下室都可以做市场用啊，二楼以上可以做杨梅里的里民集会所或者活动中心。是，拜托，这个案子是不是可以成立啊？这个比较简单，那第一市场还第二市场，谢谢一众关心。那摊贩那么多，这部分我们会请我们得标的专业厂商一起来做评估。局长，我们杨梅里啊，也是3000多、3-4000个人的大里啊，也是杨梅的市中心啊，也找不到任何土地来新建集会所或里活动中心。拜托，大城市场里面这一块真的很方便。我们什么时候来去会看一下，好不好？好啊，我会注意这一。OK。那就多拜托了哈。好的。OK， 然后呢，请教区长啊，那个我们那个台66桥下绿美化的执行进度啊，这经费不是去年就编给你了，怎么今年你们一直开会，然后一直叫厂商来看，写了半天的报告，最近进度到怎么样？又说钱不够，我给你们钱，又说不用，钱又有了。报告一座，这个事情哈，谢谢一座的关心。我们预定九月中要上网招标，招标对。会啊。那希望在10月中旬以前完成这个工程的发放。OK， 那就多拜托哈。对，会加快。那我请教局长一下好不好？谢谢，我时间有限啊。那个我们桃园升格直辖市以后，那本市很多的单位对外的收费都有调整嘛啊。那殡葬所的火化费用调降是由原来的5000降为2000嘛，对不对？对，一律。那除了照顾到弱势，同时也是鼓励大家用火化。是。可是呢，你有没有配套措施有没有做好？调降之后是不是会造成我们殡葬所的收支不平衡？这个变成这应该是有的。哎，对。对，那你们怎样编列一个预算？那我想这个最主要照顾我们桃园市民用公务预算来编列，因为那你有没有重新怎样编列预算？用公务预算来编列，收支就不平衡啊。我想各公所也是一样啊，对，各区公所都是一样，对不对？因为现在新北他们都2000万，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大家都。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浩宇王议员以及吴中坚吴议员共用十分钟，请发言，谢谢。局长好。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我最近就是还是有一些亲戚就是过世，那我有去参加一些国就是那个道别式，为什么在私人的殡仪馆，我们的这个电子挽联的落实还是这么差？我们一直在喊说要用电子挽联比较环保，只是私人的殡仪馆部分，为什么电子挽联还是没有实际上在使用？当现在我们跟玉电园这边已经有联系，那其他的因为他们非合法，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考量他们。目前有合法的是有哪几间？你们可以先。只有玉电园只有玉电园合法，对不对？所以其他是不合法，所以因为不合法没有办法提供他们。我们不没办法补助他们。哦，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花钱去做，所以就。我们做劝导了。跟预算报告就是说，目前内政部开发的系统是针对，如果像玉电园这样的话，它是可以直接软体提供使用没有问题。那硬体的部分，我们也跟玉电园目前有洽谈，就是说他们也愿意朝这个方式去设置电子挽联，所以我们目前先从就是说已经可以开发，可以立刻可以做电子挽联的设施先开始做。那至于其他的设施，就是说他现在在辅导合法化这一些部分，我们现在也是积极，可能到时候还是请他们说，像我们没有办法，另外。因为局长，你想哦，我们的殡葬需求就这么大嘛？那这么大殡葬需求下，其实很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非法，就代表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量。哦，那真的很多家。其实我们民意代表也常去，相信局长有时候区长也会去嘛。所以我们希望，是不是能够给他们一些辅导？不管是要怎么做，比如说说明是消防的问题、地幕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如果能够给他们相关的辅导的话，我觉得。比较好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做都市计划东门检讨，就那个区块让他们有申请的机会。对，好 ，OK， 谢谢局长。好，那个区长，前阵子有就是有跟您就是发生那个社会科的问题嘛？那我今天再跟您解释清楚了。其实我知道民众有时候很鲁，有时候弱势民众来，有时候也讲不清楚，但是其实。公务员过去的心理比较像是，就是我是公务员，但是我觉得慢慢的要用一种服务业的心理来服务弱势民众哦，特别是这些愿意去公所寻求协助的弱势民众哦，有其中有一些当然是我就是要来吃补助的，但是有一些他真的是鼓起了勇气，他之前有那个面子拉下来，他真的就是活不下去要去申请补助，像这样子的一些申请补助的人，我真的要拜托区长哦，底下的人要请他们态度的部分要注意啦哦，因为。区公所就是我们市府的形象如果对民众的态度很差的话，很容易就会扣到我们市府的分嘛所以这个部分要拜托。那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有一个他要申请那个就是低收入户的鉴，就是他应该说身心障碍的鉴定那他在看诊的医院在彰化，那他可能觉得他比较方便，他一趟来回就可以了。但是他来办的时候，你们觉得他太早办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早的让他再办一次。但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切结书你们有嘛？所以下次就是切结书可以先给他，然后让他知道说啊，您下一次来办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么急等等的，就是尽量辅导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民众。否则我觉得弱势的民众拉下脸，然后到公所可能又被洗脸，或者拿不到相关的表格像大伦啊、青浦的这些跑来也很远，让他们更方便。我觉得这样对市府的形象会有很实质的帮助。是，我们会加强这个员工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养成培训。最后就是我们那天，其实有一天我跟韦超议员去会看那个中正公园路灯的那一天其实我们两个都准时到了，只是公所的人不知道是迟到还是怎么样就中正公园的路灯就真的不亮啊，而且那几天才发生过一个死亡车祸，所以我觉得就是或许你们很忙，但是下次可能还是要跟议员沟通清楚，说，我们大概几点可以到？那我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都等不到人啊，或者在现场，我跟韦超那天很多的中秋晚会要跑，我们就浪费了大概三四十分钟在等待。好的，再拜托区长多要求，谢谢。好，谢谢浩宇哈，汤局长哈，魏院好，我想你也在桃园县政府到桃园市政府了哈，所以你应该知道那个。第六公墓大学那个公墓已经公告很久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了解吗？报告就是说，目前他那个公墓迁葬部分，我们目前是有请区公所，就是说按他们原来计划集成，包含他规划报告部分，他们都已经做完成了。你说的太笼统了，我告诉你，里面有那么多，这个是很困难的事哈，科长，我讲这个你知道。要迁移是很困难的事，不是三两句话就能够做得成的
所以我今天在讲哈，你那个区域要如何来处理？因为在那里的人很多困难，他现在要移到哪里？你规定他要移走，那他不知道移到哪里，你移走你才能够进行下一个整治啊。是，所以你们现在没有地方让他们移啊，那这个事情永远办不成。科长，我讲这样的意思，你懂？那你要如何来处理？我现在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地方将来是一个观光休闲农业区哦，已经农委会已经划定好了哦，所以我们的人家的动作都比观光休闲农业区比你后面来的哦，我们是比较早要迁移，要把它造成灵骨塔嘛，所以我们已经那么多年来也已经公告了，但是到现在呢，局长完全都还没有动静哎。我们先公告进账，我们先签。对，我刚告诉你这个有一个困难，我们的坟墓在那里，我要移到哪里去？对，没有地方让它移，所以你没有办法进行下一个动作，那你永远停滞在那里也不对啊。我们可能先跟那个原预作报告，现在区公所部分迁葬部分是目前他们有请他们在执行。区公所负责的，对对对，区公所哪一科负责的？那个民政科，民政科负责的。包一座，目前这个工程我们在102年、103年有编列拆迁补偿费4000多万，现在我们这个拆迁那个第二示范公墓用两期去办理拆迁部分，第一期170几门已经开始办理拆迁，现在大概有1/3已经拆迁完成了啊，那陆续我们到明年8月底才会全部拆迁完成。3年了，102到103已经3年了，才1/3。不是那个公告迁葬是今年才开始公告迁葬。你编预算让他们来拆迁，是到现在只有1/3。现在今年才开始，那你能够期待明年就能够1/3完成？陆续现在已经1/3完成了啊，也剩下60几门是无主的，无主部分由我们公所会代迁部分，其他的大概60门左右还是在陆续找那个墓主部分。所以你到现在还找墓主哎，局长？就是没有人马上来认领的。所以这个业务是在区公所的业务。区公所在执行。拆迁部分是由区公所执行。那拆迁的部分而已哦，科长，你刚刚讲的这个是他负责拆迁而已哦。对。那后段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在新建的部分的话，我们当初是有请我们殡葬管理所这边就是代为。所以主导还是在你们主导，拜托，谁承办的，如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哪一个阶段，是，把它计划出来，把它我们来一起来努力。好，那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工程，哦，我想局长科长这个是拜托有专人来负责，因为你现在应该没有全桃园市有没有拆迁的地方，有没有别的业务？有，目前就是说我们其实全市的公墓我们都有。就是目前按照殡葬所跟区公所他们有一些相关计划部分，没有很多这种业务嘛，对不对？是吗？有拆迁的很多地方吗？有哪几个地方要？我们现在迁葬的部分，其实我们每年都是有请殡葬管理所。有几个地方要做？8个。跟议座报告，目前今年我们会办理桃园的示范公墓迁葬，还有桃园第四、中立第四、中立第十跟平镇第8，都会在今年都完成迁葬。那也没有几个嘛，哈。完成以后就再来我们这个大学的也要第六公墓嘛，齁，第六公墓就是目前的圈子划分，就是等公所这边迁葬完，我们等会编后等会编规划设计的部分，纳屋塔部分我们会来执行。好，就是您负责，局长我都齁，公所配合你哈，我来我较近我来讲齁，啊这边麻烦你齁，好请坐齁，谢谢局长。我请教一下齁，我们住院补助怎么补助？丧葬补助怎么补助？住院补助分3天跟3天多少钱？3天是3000，好，6天以上的是5000块，6000块啊，6000块，然后丧葬补助是5000块，好啊，那丧葬补助多少？5000块，5000块哟，3天3000块对不对？3天以上，3天以上，6天以上，6天以上，5000块，6000块，6000块是。然后丧葬费用5000块，是，去年编1800万，咱观音敢遐敖死人，还是遐敖大院，你嘛拜托的，1800几万，你执行还很不错，你1800多万，你执行1700多万呢。其实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申请案件大概是两三百件左右，两三百件，对，
其实这个怎么两三百件也没有那么多啊，你好啦，五千块啦，三百件啦，十五万啦，十五万一个月啦，跟你做报告，一年两百万都不够，这个是我们有详细的审查，这个所有的案子都有流程在公司，你骗预算再给我们区长，我真的看到我吓一跳哈，这个你会后给我搞清楚给我好不好？我提供书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范刚祥范议员，还有刘仁照刘议员、彭俊豪彭议员，共用十二分钟。好，请发言。谢谢议长哈，那个张区长哈。我们其实，我们桃园的地方意识、地方认同、社区意识其实一直都不足。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桃园的公共空间不足。我去跑这个中秋联欢晚会的时候，有的里实在说真的，我看到他那个场地，我看到很困难，真的很可怜。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其实要有一个一致性的解决。怎么说呢？我们的里，我们76个里，有里集会所或者有活动中心，有几个里？会所，然后11个这个活动中心，哦、所以加起来是26嘛？对，是好，76减掉26等于多少？50，你不用回答。也就是说，我们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里是没有集会所或者是活动中心。是，我跟你讲哈，我自己认真估计的哈，大树林我估计的还比你估计的还乐观一点哈。大树林我们有7个里的哈，大林、福林算是有，那其他有个4里的集会所。是。我们呢大概是有一个的差距，市中心区呢，它事实上即使算入未来的中华路的市民会馆，我们也还差6个里。中路区呢更严重，它只有一个5里集会所，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再加上中路的这个集会所，我们事实上是缺13个。埔子区，那么目前呢有4个里有这个集会所，所以缺16个。大块西哈。它很多场地是不够大，那加起来的话算是缺8个，所以你刚刚的50个的算法是正确的。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了哈，当然要找集会所，要找这个活动中心，我相信市公所哦，或者是我们这个市政府的政策上也是同意这样的政策。那真正问题在哪里？在土地难取得，哦，在种种原因。那我现在真正要问的是这样子哈，汤局长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事实上我们全桃园市400多个里，并不是只有桃园区，桃园区可能是最严重，因为桃园区的人口最密集。那我要问的是，就这样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的长期政策，我们的长期方案是怎么样？我们如何去建立一个我们固定的公共领域的意识？你的看法是什么？简短。当然，这个找能够无偿找到那个土地的话，而且马上可以盖的，马上盖。那很多土地需要做变更。OK, 好，没关系。那局长看起来你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政策了哈。我现在要讲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政策，其实我们必须要比较细致一点。副市长，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哦，我们要把它想的细致一点。怎么说呢？事实上，我们有几种需求。第一个，我们是大型集会所的需求，我们需要办中秋联欢晚会，这个可能。没那么多，一年一次或者两次。第二个，我们是比较小型的活动的需求，例如说像我们3明里的活动中心，常常去办引法班，或去办一个烹饪会，或者去办一个跳蚤市场，它是一个小型的集会所，也许20-30人。那么在大型的集会所这样的一个需求里面，事实上也不是全部都是需要是室内的嘛？为什么呢？我们有公园。啊，例如说东埔公园，它就常常拿来办活动嘛，很多公园可以拿来办活动。那么，对于这样大型集会所的需求，我现在请副市长来说明，就是我希望市政府在这一件事情有比较细腻的看法。小型集会所在中长期应该是要建立，因为你一个里角没有一个固定的街头巷谈的这个场域，你没有办法建立公众意识。所以呢，应该要一定要有小型集会所。可是小型集会所比较容易嘛，你说真的一个教室就可以了。那希望每一个里能够建置这样一个小型集会所，让大家有固定活动空间，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跑去那边聊天打屁都好嘛，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大型集会所有的话当然是比较好，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有在筹建几个共用的。那我希望没有筹建的用两个方向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假如已经有开放空间，在这个开放空间的固定的场域去设置一些比较简易的设施，
让他每一次都可以固定嘛，不要每一次办这些活动就是换个地方。第二，有的里长有埋怨过了，哦，有的国中小事上有礼堂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由区公所，只要真的不行，就要再去协调市政府，去统一去协调出这些场域来，好不好？我希望在整个大的集会所、小的集会所都一样，能够慢慢建立起我们的公共意识，我们桃园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大家才能够热心来参与公众事务。好，以上，谢谢。谢谢。啊，谢谢刚刚议员哦，啊，谢谢议长，区长林区长，哎，是，其实也是蛮佩服你的，很不简单哦，在这种市转区的过程中，可以得到那么好的评鉴哦，比方说我们的区的区公所的执行力是蛮不错的。那就今天就是给几个建议啦。那我想在中立地区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叫青塘园嘛，那其实周边的很多居民都反映了，希望可以把青塘园可以艺术活化，尤其在灯会结束之后，其实那边有非常多的街头艺人会喜欢到那边去，那自发性的做一些街头上的街头艺人的表演这样子。那所以说他们希望说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艺文亮点把它常态化，那成为一个特色。所以说希望区公所未来呢可以这样的方向呢来进行软硬体的改善。那我这边几个建议哦，像硬体方面的话，那就是说比如说像是音响灯源或者是一些电源上面的一个设备哦，看怎样去让它去改善去规划。那在软体上面呢，因为我不知道说我们在那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租用的规则哦，那如果有的话，那就赶快把这样的规则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如果没有的话，希望说区公所这边可以来帮忙去协助，那如果制定这样规则，让有这样的一个想要表演的人，那或者想要帮艺术活化的人，可以去那边常常做一些艺术上的一个表演。我相信哦，在未来他会在配合这样的艺术馆的话，他应该会成为一个桃园非常吸引人的一个艺术空间这样子。好，那另外呢，我想在前阵子我刚好去我们的后站太子镇，我想区长应该蛮熟悉的。那他社区内有个融合一街的侧沟哦，目前已呈现掏空下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想这样状况久了之后呢，可能会危及周边大概300多户的一个我想住宅的安全啊，所以说希望说可以协助来重新施设侧沟。那这部分的话再麻烦区公所请那个公务科，那我们尽快最好是这周啦来排个会刊，这样好不好？好的，好，谢谢区长。 好，谢谢。那区长请坐。那个民政局嘿，唐局长，谢谢哦。你好。我想对于很多我们中立地区哦，大概有些寺庙登记上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今天要提的是一个中立，也是中立后站地区永福宫啊，它大概是大后寮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民间信仰中心，它的香火大概已经延续大概超过200多年了，是说在当地非常多里啊，非常多民众，相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因为早期哦，可能因为登记上的一个时间，那文件上的问题哦，所以导致到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寺庙登记，所以说我希望说在这部分的话，希望市府这边来尽量做一个协助。我知道在过去呢，我们也针对一些是很重要的民间信仰中心，去协助他去完成他的一个合法化，包括像是我们的龙山寺、闽台宫等等的。我想这样子有历史价值啊，也是对地方来说信众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寺庙。我希望我们的市府这边，我们来前往辅导，对，前往辅导，全力协助，看怎样部分来让他可以让他合法化，取得合法，对，好不好？这部分再请我们的局长这边再多努力。好，感谢，感谢局长，谢谢。好，那个局长，哦，好，在这边哈，人造也继续再讨论一下，就是我们集会所的事情啊，哈，其实刚祥议员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啊。其实首先来讨论我们的集会所，其实对里民来讲，他们是应该也是有这个需要嘛，对，集会所对里民来讲一定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未来也面临上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很多老人家他们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让大家一个交易的地方嘛，合理嘛，对不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集会所说实在我们当然要找地，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因为是找不到地，所以就没有办法新设集会所嘛，对不对？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刚强议员刚才提到的部分，我们是否从多方面来思考来讨论，如果没有地，退而求其次也是有简易的，然后也许跟学校来租用一些空间，这个来搭配。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未来的这个人口结构，这必然的趋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在也讨论要长照这个计划，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起来搭配，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集会所的部分，我希望我们民政局来一起来努力。后那当然我们
凭证的部分哈，凭证部分，因为现在第八公墓的部分已经清理完毕了。清理完毕，那现在已经到公墓局要来做公园规划了。那说实在来讲，哈，这个部分我也要跟我们地方的民众来发声呐，因为公园利用地的部分，我希望说来争取一个盖一个集会所，在第八公墓的部分，这个部分，当然我觉得说不单单是盖一个集会所，如果地，因为那公园大概两公顷。地我们可以用15%的建蔽率，那如果只盖一个集会所，而且又有45%的容积率，那如果你只盖一个集会所，说实在有点浪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个未来啦，未来可以来思考一下，盖一个类似综合性的大楼，有亲子馆、有公托、有长照、有集会所这样的综合性大楼，因为对于我们平镇那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来讲，那边人口也算是平镇人口很多的地方吼，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没有要求说马上就要改，只是说这个可以放到我们的规划里。设计规划里。对对对，放到我们的规划里，因为现在大家是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市政府啊，就是说第八公墓这个问题已经延宕很久，已经在我们地方造成了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然后市长上任以后，马上来把这个公墓清干净，我觉得说也感谢市政府的德政。那当然，我们是分阶段来做，先把它处理好，先公园先开始使用以后，未来再开始来规划，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我们局长再把它讨论一下，好，放在我们规划里面后。那第二点的部分哈，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升格了哈，那区公所的部分的业务，我相信大部分都会往市政府各局处来跑，对不对？那区公所的业务理论上应该是有减少一点嘛，正常来讲。就是上下是有连贯的啦，有执行面的部分，常常就由公所来执行。OK， 那我要强调的是说吼，我们人力配置的部分吼，如果说各局处有，比如说我们民政局里面的一个各个科里面，如果有一些人力不足的部分，这个可能要请局长来多努力。比如说我们那个，因为就我知道说我们殡葬所的这个业务吼，殡葬所业务其实是会越来越繁重。但是他的人力可能还缺蛮多的，这个部分我也要可能请局长，甚至请我们的游副市长来帮忙协助一下，因为殡葬业务越来越繁重，但是人力这个不足的部分，我们可能请副市长来跟大家一起来努力，都有意在关心，好不好？有他们提出来的部分，我们尽可能都核定给他们。对对对对，好，以上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欧秉成欧议员啊。苏家明苏议员、李嘉欣李议员啊，共用12分钟，请发言，谢谢。好，谢谢议长哈。是那个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哈，目前就是说，你早上回答我们议员同仁非常多的这个有关集会的事情了哈。那我们市长，你知道市长的他的意见是，集会所跟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他所有的这个共用将来会改为是市民活动中心，这个你了解了吗？未来可能要改成市民活动中心。对啊，这个市长他因为我说这个哦，会造成你看这个，因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跟里长起冲突，那夹威的这七长在里面，那又市议员两派人马又在里面，所以在地方上纠缠不清啊。是，我想桃园市以前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常常。那假如整个改掉，我们都很赞成，因为我也是发展协会理事长啊。那就改为市民活动中心，那就可能就不用那么多活动中心了。那有的是很欠缺活动中心。统一管理了。对啊，是统一管理。那将来这个业务要拨给谁都无所谓嘛。但是哪一个管理？那哪一个重要？那现在我们的发展协会活动中心还要拨给人民急用。我们也乐观其成啊，因为那么大的那个活动现在摆在那边不用，也非常浪费资源了、啊。所以后来那个民政局那个原民局的局长打给我说好，那我们市长也说看过了，所以我相信将来这个一个趋势的、啊、要名称统一，对，改市民活动中心，这也有可能嘛？哦，是，这个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对吧？所以我希望说这个事情呢、啊、能够。把规划统一管理，不要这个分不清，弄不清楚，区长也好，议员也好，大家在为了这个东西哦，里长跟发展协会理事长在争得半死，头破血流，好不好？哦，这个，那第二个，我想说，我们中立现在
我看正在是动工是吗？中立殡葬区在正在动工是吗？钻机。哦，现在在迁墓。在迁是吗？那迁好几时会？那钻机几时会规划？我们今年今年年底会把它迁好，然后我想说明年就开始要做那个只要哈，我说上个会期我也跟这样建议啊。因为那个是分散，那个现在因为大家都，我们政府在推这个火化，推这个一直在推，不要土葬。那现在这个只要逢到假日那个吉日的时候，那真的苦不堪言，包括那个商家也是，包括民代表，包括要去那个告别，参加告别的。那个中立呢，实在的，上次我也提议，我们杨梅啊，杨梅可以分散很多，包括新屋啊，包括甚至隔壁邻居新竹啊，我们可以做那个，做个礼厅呐，对嘛，做礼厅嘛，好像上次有开过会，记得我好像我们有开过会哦，召开，那这一部分跟议员报告，我们已经列入规划执行。明年会来做多功能的一个礼物。我知道，因为我就知道，好像我们都讲都，但在七个上个会期我们讲过了。是，我们那个那么的现在人口那么多，而且可以分散嘛，就我这礼厅可以做嘛。是。那现在你有规划几个厅呢？原则上是两个厅，但是可以合并成一个厅。两个厅不够，两个厅怎么？哎呀，两个厅不够啊！哦，应该是最起码要五个厅了，真的。那个五个厅，你还可以收入哦。是的，隔壁村、隔壁里啊，这样新屋区也可以，对不对？大家不要往中立一个地方走，要这样子做，这样。做他那个最主要还要变更编定殡葬园区才可以盖到。不是，那礼厅不用啊。我们只是在把礼厅要吗？跟一做报告，因为他那个地方都是计划分区，它是公墓用地，他如果是要做礼厅使用，会跟中立殡葬园区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上次开协调会的时候有跟玉作报告说，其实我们现在先从那个不是大的我现在了，不我现在说这个哦，因为这个是未雨绸缪，这个真的将来整个趋势这样走，那我们就弄也是方便一点嘛，就不要集中在全部在中立，你中立你看、那个、每天塞车，因为高速公路的关系，所以他那边要变更那个都市计划都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按照法条啊，先做简易礼厅，不是我专案处理了，好不好？要用专栏绝对不会是问题。那另外我们那个纳古塔的、啊，这一层的二层的，我们好像就我们三层四层还没有，今年会那个吗？我希望说拨那个经费拨一点给我们，你杨梅去姚局长，是你这样三层四层预计那个新厅舍的部分。我现在哈、哦，我在因为春秋两季啊，那爆满那个地方实在太小。我想说，真的，你看到的现场你很感动，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那个追思的那个、哦，那非常的慎重。所以希望说，那个二楼、三楼、三楼、四楼啊，是，希望说能够要有经费在整建的、啊，哦，我们会规划，对，再呈报到、哦。那我刚才看一下现场之后，看杨明理，我叫你可行性评估，市长不是要做了吗？对啊，已经好不好？已经要做。好，谢谢。好，请问那个汤局长啊、哦，是刚刚那个吴爷有提到哈、哦，关于那个第六公墓哈、哦，在上一届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对不对？那这一届已经快两年了，哦，这个进度哈、哦，坦白讲有点缓慢了。哦，我们请那区长来说呢。哎，报告一座，这个有关那个迁葬部分，我们是今年开始迁葬，大概就是三分之一。有主的部分已经在完成迁葬，然后另外三分之一无主那还没来迁葬，那其他的三分之一是我们公所会代为迁葬的无主部分。那针对可行性评估部分，我们已经有做结案报告了。好，那个、哦、就说这个提成啊、哦、真的有点慢了、啊，那就建议了、哦、就。我们会把那个、哦、重视这件事情了、啊、我们会把时程啊对，头已经快四年了、哦就是尽快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桃园市十三个区唯独只有观音区没有这个纳古塔，对不对？所以说哈，请那个局长，我们加紧重视这件事情啊，这好不好？啊，重点是说明年的预算今年也没编，
这个纳湖法的部分，哎，包一座，明年原本规划是先编规划设计费，有没有编？哎，还在筹措中。不是啦，哦，因为时间有限哈，那个局长，明年的提成，这明年的费用，今年你就要编这个经费啊，对不对？好，我现在不用看，你就事后就要注意这件事就好了，好不好？好，另外一件就是啊，我之前跟提过好几次，那个每位里长的他的小型工程款是五万嘛，对不对？里基层经费。对对对，五万。然后你像我们这个比较乡下郊区的这个乡间小路要割草啊，对不对？你开口合约的五万只可能割一条而已嘛。你如果说故宫的话，又可以让这个里民没有工作的也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嘛，对不对？我跟你提过两次了，对不对？有。你一上任我就跟你提过了嘛，对不对？我请问你现在有没有一个配套措施？其实我们有一个配套，就是按照那个民政司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给自然人除草，一定要给他加一些保险。保险那意外险是很便宜的，那个没问题，可以做。另外还有，你不要你，我跟你建议两三次的，不要一板一眼转个小弯嘛，对不对？比较不违法就好了。现在也另外一边就是，请用开口合约，开口合约价钱也降下来了。啊，那天在观音开那个基层会，我们那市长也有承诺啊，说这件事要这样处理啊。对，这个套办法已经出来。你也在场嘛，对不对？哎，有出来还。好，希望这两件事哈，积极处理，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张局长。那这次土地公啊，给你夸赞一下。哦，我想要感谢今天，哦啊，十二位区长哦，傅兴昌没有来吧？傅兴昌不用列席嘛，哈、哦。傅兴昌伊唔在报土地公哦，我唔在了哈。十、哦、二个区都有来参与，那我代表我们土地公哦，啊，给您大家感谢，保佑你们大家平安，每个乡镇都平安无代志。洪台有走去吧？这边洪台无来，恁都是有拜有保庇啊。哦，张局长哈、哦，还有一件事情哈、哦，我们现在桃园目前重大的列管中哈、哦，研考会主委已经到哈，捷运局当董事长了。那这些列考目前有多少项？你当初不是说咱列管二十几项？啊，你这边在随便几个项，你们做还有几项还没完成？总共还有大概现在二三项了哈。还有三项还没做。三项，我陆续要完成。我列公务哦。那最大项的就是停二停车场了，预计在明年八月会完工哈。那另外南平运动中心哈也在执行哈，大概1.6亿哈，那是明年十月份会完工。那议员最关心的土地公文化馆呢，9月23号要出院了哈，那预计十月中会交给文化局。好，我现在就知道你有几个我们列管，我会去追踪，你给我书面答复。我列哦，你现在不用报告，我是只要看你有修啊栽不，安尼尔啦。哦，我老市长你买修，但是啊，我去底下给你解决，我去追踪。哦，留那么多钱，一定要花在桃园的建设上面。郑市长也答应了，希望哈、哦、大家哈、哦、共同努力，把未来的桃园区建设哈、哦，还有我们那个民政局局长哈，土地公文化市长也当面承诺，哦，要列管区长请坐哈。哦要列管，要帮忙。现在我知道调查起来有1476间，哦，桃园市。可是你民政局重要，你们宗教科要加油，要努力。我知道局长就领军，托龙旗我在哪里活动，包括宗教，包括所有民政活动，我都有参与，你都有参与，哦。所以你们宗教科这个领域，哦，足侪人即摆无电无火无法度，也袂用运作，哦，还有很多问题。哦，你既然调查出来了，你跟市长跟文化局好好的协调，还有土地公文化馆，好、哦，我想已经哈、哦、都要交给文化局了。这个领域你未来怎么做，怎么样来把我们文化馆的土地公文化，我常常提到这土地公文化，这次你看13乡镇都有来参与，知道复兴除外，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活动要继续办下去，文化特展，哦，还有我们市长也说要。里面有哦，文化中心太急了哈、哦，没有办法展，参与展，请我们的哈、哦、汤局长好好的在这个用心一下，好不好？会多多利用那个。那你怎么规划？你最近是不是可以立法？哦，不然无水无电，跟他市长讲，嘴里还讲哦，我好多来创，那最后过一年、两年落，你妈袂做好势。好，我想我们这次就针对已经盖好的土地馆、土地公庙哈、哦，我们会想办法。定一个规范出来，对，要怎么规范、有没有可以立法？
哎，我想为我们请教我们相关的经理。你法务局哈、哦，你跟法务局研究一下哦，这些这么大的事情，你另外那个。好，谢谢。我们请许清顺局员啊，时间三分钟哈、哦，谢谢。好，谢谢局长。哎，我要请教你一下啊、哦，第一个，我们那个芦竹里的那个集会所、哦、增添了162,853元，这是新的污水处理厂的设备吗？污水处理池啊，我那个集会所的设备是不是集会所的设备的？162万呢、啊？对，是不是？哎，我装潢看，对，是装潢费的。装潢费嘛，那个我那天去啊，他有些设施还没有做好，那我想拜托你，就是说加速来完成他那个冷气的，还有就是设备的修缮，把它完成，哦，可以吗？可以。好，第二点就是那个南崁集会所里面的那个电梯啊。你编列的在7-3页这个、啊，一样是189,930块，这是南崁里集会所增添设备，这是哪个设备？是不是电梯吗？不是，在芦竹区公所里面、啊。电梯还没有核准、欸。但是呢，你补助180几万是补助哪里？哎呦，那没关系，那芦竹区公所那个区长。南崁里。主区长，就是在我们的那个7-3页的那个部分，南崁集会所，我今晚行政电梯。南崁集会所没有听说要装电梯，有在争取，可是还没准啊。哦，还没有准哈、哦。嗯。那科长，我们可以补助他吗？他还是我要再提案，还是以前好像曾经鉴定他是围楼。已经会看过了吗？现在围楼，如果说没有围楼的问题，那应该也是可以请建筑师来设计。没有，你要不要做嘛？现在是里长问我说已经会看过了。对，我们是想要让他做，是卡到说过去曾经把他鉴定他是危楼了。啊，现在是要不要做嘛？那个跟预做报告哈，那个东西我们去看过哈。他当下的话，因为南崁那个在市场里面，他市场里面以前的建造哈，跟现在也不符哈。那当下请公府哈，把以前的东西做一个检讨哈，才可以申请那个以后建造部分。啊，现在公府好，区长那可以吗？那个牵涉到建筑法规的问题，要可能要整个全面检讨过才知道确实。好，那这个再麻烦你一下、哦、还有那个你区长，麻烦你那个芦竹那个老人的会馆，还有国民运动中心的那个资料，用书面给我可以吗？好，好，还有那个局长，民政局局长，那个芦竹区的福兴里啊、哦，目前有申请，他应该有20顶，有3712户，9778人。那目前我看有4个。区那个芦竹区、龙潭区、八德区、桃园区有4个区有增设林嘛？那我们区是增设10林，是不是？林吧。林，对啊，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增设福兴里啊，是不是？那几月开始？他有提出来11月，我们会核定。好，那你核定的话会准吗？对不对？已经准了。好啊，准。那个什么时候会分村？就重点是这样。哦，分顶的部分是你分零分还是不要分村？因为它这个这么多的户数啊。没有，它这个分零的部分没有问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英强李议员啊，苏志强苏议员啊，杨进福杨议员，还有啊刘胜全刘议员啊，四位议员共用25分钟，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议长哈，那个副市长哈，各区处处长哈，主管哈。那个区长哈，我要问一下哈，就是有关于我们那个我们的李林长哈，虽然是地方上最基层的单位啊，但是我认为他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关于我们的文宣的发放和政令宣导，甚至人员动员呢，都要靠李林长，对不对？是，就是来发动哈。那既然这么重要的单位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能够适得适所了。就是好比说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们的龟山区啊、乐善里哈、啊。因为合一住宅 A 区的合一住宅呢，目前为止新建4800户。是。那4800户在今年6、7月交屋的时候呢，我曾经跟我们的区公所的民政科长哈，我们在聊天啊，他说预估啊，大概今年到我们的9月份，大概会进驻6-700户而已。以这个目前进驻的速度，但是我们最近知道了，目前为止哈、啊，已经进驻了3000多户了。哦，所以他进驻的速度啊非常快，所以到了后年107年的时候呢，他将近会到4800户。旁边还有远雄，还要继续盖房，所以它那个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里哈，所以我们就建议，我们也跟区公建议啊，希望把我们的乐善里啊分为2个里哈。那这个有这个计划，不晓得我们区公所送到我们的
市政府没有。区公所我们大家都有共识，他一定要分。就是给他分个礼。那我请问一下啊，分这个礼的时候，先前的前置作业你们做好了吗？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新的礼、哦，那新的礼以后他有零嘛？他零的时候零多少户？我是要零能够把它分配好，不要你去进驻进来以后呢，这个零啊，以前的零啊，分配不均啊，有的零啊300多户，有的零只有50几户。我希望这个责任啊，要把它先把它划分好。我想这个责任区域啊，先分配的时候一定会更合理，各零的那个区域把它先把它划分完毕，好不好？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这个区公所跟我们配合。哎、欸，配还有第二个、啊，我也希望说，目前为止107年呐、啊。我所知道的那个地方啊，没有所谓的一个那个集会所啊，所以他将来的投票地方啊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大家选出个新的里长，一定要有一个投票的场所。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就现在开始，能够寻觅啊适当地点，在他们的社区活动或什么？但是趁他们开区分所有权会议的时候，要他们要同意嘛？你看看能不能用他们的区分所有权，先把那个投票所先把它划分好，把它固定起来以后呢，我相信。对后面的后置的作业会非常的方便啊，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只有一年，后面要选举的时候呢，你要再找那个投票所的话，那个非常的非常累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明年度啊，把这些规划都能够完成，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明年这个明年年底的时候，对，那这个明年年初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分法，然后明年要公告，我们一年前就要公告了。啊，我希望说明年年底的时候把它确认。甚至于我们可以确认完毕以后，甚至可以请代理的里长就进驻。我们如果安好，就可以请那个区公所派一个适当人，这代理人，如果整个行政作业先给他运作了半年了，我相信到后面才会驾轻就熟哈。是，所以我需要这个问题啊，您要赶快进驻的办理啊。那其实你请坐，其实好，谢谢区长。我知道你这当任区长以后一年多啊，做的都很不错了，做的都很好。但是有一点啊，我认为说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回报和沟通能力啊，里面有待加强。就是对于议员的交代的案件，为什么来讲？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啊，所有的案件啊，其实都会有叠床架屋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有事情发生呢？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很多的到公务科以后呢，公务局的很多案子，马路案子啊，要变成我们的公务局。那公务局里面的养公处又分好多桥税科、什么科、什么科，一大堆单位，所以我。四个零星的小案件啊，搞了3个月4个月他还做不成，最后问了科长以后呢，科长说是公务局养公处的案件，所以这个责任虽然不是在你啊，但是我们说实在话，我现在问很多议员啊，你可能个单位太多了，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我是希望尔后啊，你们对于市议员案件啊，能够把它列管一下，就都有会刊嘛，共同会刊，因为我们常常会去区公所聊天嘛，或区公所了解嘛，那你们至少。对于这个案件的追踪呢，你们要比市政府要聊，因为我们会常常会跟你们去沟通协调。但是对于我们公务局就比较少，所以我希望尔后我们交代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你能够把它列管，适时的一个月给我们回报。如果是市政府的公务局的问题，那你跟我们讲，我们当然去帮你们追踪嘛，好不好？因为这个案子是拖了真的很久。以前我做县议员的时候，或是做那个代表会或代表会副主席的时候，那个案件很快，现在都拖了很久啊。这个可能不是你们沟通不好。而是说，你们今天最起码责任不一定在你们，但是最起码我希望说，你们把所有的案件列管以后呢，我们到了问以后，你说啊，哪个案子我们有反映的，但他没有做，啊，我们好追究上的源头，因为公务局的单位偶尔才接触到哈，它里面的什么那个养公处分为桥税科啊，有什么科，当过4、5个单位啊，我们也搞不清楚，好不好？我希望说这个案子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谢谢。好。好，谢谢林强议员啊，我想这个。今天难得哈，我们户政事务所的主任都来哈。那我想这个在你们的工作报告第11页上面有讲哈，就有关于开设延时上班便民的服务哈。我想这个不错啊，这个要方便民众利用礼拜六，然后呢办理各项户籍登记案件。那有几个区它是采主动的服务，那有几个区它是采取预约的方式。那预约的方式是要怎么处理？有关预约方式，就是民众他如果需求，他不管是人来或打电话，预约说他哪一天是要办什么，那我们那天就派人去受理。好，那我请教一下我们复兴户所的主任哈，那我们复兴乡、复兴区，这个预约的这个民众多不多？啊？哎。嗯。啊，只有一两位就对了。那个这个部分哈，请坐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是蛮不错的，对于这个。
便民措施是非常好，但是我希望说，是不是要再把它再给它这个多加的宣打，好不好？这个因为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有很多的民众还不是很清楚哈，是不是在我们的网页上，或者是用我们的 DN 哈，或者是我们户所的这个网路哈，尽量的去把它这个多做一些宣导，好不好？好，其实啊，第二个哈，再请教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补助小型工程款这个部分啊，我想这个我一直在会期当中啊，我也一直在关心哈。那我们复兴区啊，去年好像只核准一件，是不是？去年对嘛哈？那因为这个其他的都，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要怎么申请。那今年呢？今年后来今年度有申请多少？感谢苏议员哈。那今年复兴区目前已经核定一件，那另外一件在待决中哈，也是那另外一件是哈，整体的各里都有哈。嗯，也就是说有。一加一那个大一是集合哈，它有四件的，也是有11件的。目前他报给我们有几件？目前他报了8件哈，那其他6件哈，他有因为土地上或是其他因素哈，他在补资料当中。好，这个科长我跟你讲一下哈，因为哈后来我去了解，实际上哈，因为这个部分，因为我去问所有的里长，因为我们原乡地区它的需求跟我们都会区不是。很相同，因为他们是一直是想说，可能啊，他可能是不是有误解还是怎么样？他们的认知就是希望说啊，他这个钱可以拿来做一些小型的工程，比如说拨坎啊，或者是道路的铺设啊。但是这个部分呢，你们又要求说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什么那个要写个计划书，甚至还要写个预算书，在。理里面来讲，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做报告哈，那个里长只要提需求哈，预算书跟计划书一定要有公所执行哈。对呀、啊，那我们也要求公所都不能叫里长写预算书跟计划书，这是里长所不能的。所以这个就是有落差嘛，所以很多的时候哈，就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啊里不一样啊，因为他们就是要写计划书，要写预算书，相对来讲又增加那个公所的公务课的这个负担。所以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采取一个像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或者请他们再提啊，跟他们讲，就是说不要再报那个啊地方建设的那样的事情，或者是直接就是用采购的方式，它很简单的，这样的话可能他就比较容易来申请，是不是这样子？像他们报载具就是公有一件案件报载具的公所直接帮他们做处理的。哦，这个下去之后我们再跟我们公所来做再做那个协调了，好不好？好，那个难得我们12区的。这个区长也来了哈，那我想7、8月份是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岁时祭仪跟丰年祭的活动哈。那我想这个到现在为止12个区公所几乎都办完了，如果区长有参加的亲自参与的，请举手。哦，都有参加哈，那不错哈，举手放下。我想这个部分哈，我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区长哈，因为难得哈，每一个区。他这个在这个7、8月的时候，他们就办一个这个丰年祭的活动，所以我们的市长也非常的认真了哈，几乎每一场他都有去。那甚至就是说，除了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丰年祭之外，我们在都会区的三地原住民的这些岁时祭仪哈，也正在陆续的展开。像上一次啊，这个上礼拜，那我们大溪区的区长哈，我们黄瑞松黄区长哈。他就也亲自参加，虽然不是这个丰年祭，但是是泰雅族的岁时祭仪，他也参加哈、哦。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在这边特别的啊，这个加冕了哈、哦。还有我们平镇区的区长哈、哦，我们那个何明光何区长，他也是主动的来参与。我希望说这个部分，我们12个区的区长哈、哦，除了当区的原住民参加之外，我们应该也要特别的跟我们所有的区民讲，我们这个。区里面有办那个原住民的活动，是不是其他的人你尽量去啊，去参与哈，去关心或者去看一看这个多元的文化，这样是不是比较好？黄区长，你认为呢？对，可以。好、哦，多多的宣导，对不对？多元化。好，请坐下哈、哦。那在这里特别再请教一下我们平镇区的这个何区长哈、哦，因为你上次有讲过，我们大概要在。我们的这个平镇区啊，66快速道路的底下要设置一个南区的我们原住民的射箭场，目前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我们在那个国道一号还有66那个底下亲子公园哈、哦，是目前已经办理发包，大概
年底可以完工。哦，年底就可以完工了。是哦，那非常好哈，希望这个难得了哈，因为这个在这个南区啊，这个那么多的这个原住民地区，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射箭场，那也是真的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讲，也是一个佳话哈。那谢谢你哈，好，请坐。那最后哈，我想这个我也很认真的看了你们的这个十二区的报告哈，其中我上次也特别又在讲哈，用表列式的非常清楚的啊，我有看到哈。那我在这边也做一个报告，就是有做条列式的，就有中壢、芦竹跟观音啊，这个三个区公所。那书面上面写的非常详尽，虽然是不是条列式，但是讲的很详尽的，是有龟山区公所。那其中有两个乡镇哈，这个只有两三条交代的，那我不知道是这个是什么原因的哈，希望你们下去自己看哈。这个因为只有写个两三条，那表示你们的在你们乡镇的原住民生活辅导员，他们大概工作上面这个有待要加强，要努力，好不好？希望你们再来做一个督促。好，好，以上，好，谢谢。接着请教一下哈。杨燕好。这个案子真的是蛮久了，而且也常常提到，就是说在都会区里面哈。那我们原住民可以申请丧葬补助跟医疗补助，那因为有的时候是在行政单位，有的时候是在民间，都可以申请。但是因为我们跟里长要索取这个清函证明哈，他常常就是说依照中央的一个法令规定，说不宜这个给发放这个清函证明，所以是不是桃园市政府哈可以统一起来？虽然这些申请的民众不是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但是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补助，所以往后是不是可以整理一下，让需要的民众可以得到这个清函证明？请局长来做说明一下。杨议员讲到清函证明的部分哦，刚才也听到我们还有一位议员讲，才知道说我们里长要发的证明有很多是不合理的。那我想需要的反而没有不准，那不需要的反而要我们开，我想这个都不合理。我们会把所有相关的或者议员你提到的，我们也会整个纳入检讨。那我是觉得合理的部分应该要让里长来帮忙来协助。我认为是在这边建议了哈，那未来原住民这个区块有需要这样的一个补助的，是不是直接到各区公所人文科来做一个办理会比较妥当，会不会比较好？到区公所，我想最主要还是去查实啦，去查实过以后哦，查实说，确实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家户真的是比较这个贫苦。那因为我们原住民总共有十三个区，除了复兴区除外哈，十二个区我们都有原住民的这个辅导员嘛，所以我想这个区块哈，真的应该积极来做一个处理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区长哈，这个你们开设了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个复证事务所原始上班是从民国几年实施的？103年实施是不是？那好，除了刚才所讲的九个区以外，四个区是非都市的。是那每一个礼拜六的上午一直到中午嘛？对，是每四个礼拜当中都有人吗？每个礼拜都有哈。都有是不是？这个我们会再加强宣导。好，那第三点，我想请教一下局长哈。那桃园市已经升为直辖市快两年了，那目前我们这个门号的那个门牌哈，目前实施的进度到哪一个位阶？我们现在是十三个区同时都在进行，因为各个区他们有规划出来重要的道路，通通有按序排下来，我们每年都在执行，大概前后总共要十年。才完成，最后才会完成。哦，那么久的时间了。OK， 好，没有关系。经费多一点就可以。那我们共同努力了哈。好。
我再请教一下大园区的李区长哈，区长，我再请教你一下，过去还没有改为直辖市之前，大园区、大园乡区公乡公所是不是有原住民的机会所的一定地？将会怎样？原住民的机会所的议定地有没有规划？原本有啊，目前有没有啊？目前那块地还留在那边。那好，那我想这个区块啦，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大园区南港集会所跟一二楼嘛，哈，我们原住民是使用二楼嘛，对啊，南港区南港里是使用一楼嘛。我想那个地方这么荒地，那你现在所讲的原住民的未来的一定地集会所是不是在南港里那边附近？在花东社区的旁边，当初有编了200万的规划，后来拿不到经费，说把这个案子要割下来。好，大概是多少坪？这个我不大清楚，忘了哈。哦，那好，回头再给我一个相当的一个资料提供给我。好，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局长，刘议员好。我们桃园可以升格为直辖市哈，然后整个成为工商大镇的汇集地，最主要就是人的问题，因为人的迁移嘛哈。那蔡永芳一直要我问你，我们两个打赌说桃园到底人口多少？我说你知道，他说你一定不知道。213万。两百多少？然后我们又打赌说户数你一定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户数76万。好，所以我们两个扯平，那你很专业哈，谢谢你哈。那在这一部分呢，我要继续请教你。小英上任当总统以后，有一个新的政策跟你有关，是哪一个政策？哦，就南向政策啦，因为南向政策是以人为基准嘛。哦，都拢差不多是东南亚啦，哈，我们那些外籍配偶啦，哈，还有那些新移民啊，应该来说来咱桃园啦，哈。那我继续请教你，那些新移民还有外籍配偶，然后移到我们桃园入籍的有多少人？入籍的现在人数。没关系哈，你慢慢找资料，因为你在网站上面哈，我觉得你做得很落实。你有一个叫做新住民专区，好，有没有？有。你有上网去看吗？有。好。他们设计出来的。没有，我先请问你嘛，你有没有个新住民专区？有。那新住民专区是在做什么事情嘛？就告诉他们我们辅导新住民的事项。辅导哪些事项？软体、硬体，你对新住民有做了什么？我们是事实上都没有啦，事实上就是网站上面，但是总是跨出第一步。对，我们有一个新住民专区，我肯定你。但是有这个新住民专区以后，你对新住民的软体、硬体，包括一些措施什么都没有去落实，还没有，都没有做哈，还没有。好，那现在开始回答我。那我们新住民的户籍大概有多少人？报告一做。因为户籍部分，它是内政部目前统计表部分是没有办法说去抓，因为它有分内政部的部分有统计出来了哈。那整个新北市的部分大概29000，将近3万了。那我们桃园排第二。那桃园的人口数大概多少？如果是新住民人口数57533，这是。我这边还有一个外移外配的配偶人数的统计哈，这光外配的部分大概2万人啊。当然我们是全国第二，好，这一部分让局长知道一下好不好？所以说你新住民专区，你针对外配的部分，有法都会做的啥？咱所有区长，你们区公所针对外配的部分有做什么特别的服务吗？比如说翻译，还是说外配的志工，咱13个乡镇公所有没有？现在都还没有开始。那因为我们刚刚接到那个新住民事务，我们现在成立一个设置要点，要赶快成立一个委员会。好，需要做的服务。因为时间哈，真的是剩下4分多钟了。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哈。那这些外配啊，我们是以越南的最多。对，9000。然后第二名是谁？你知道第二名是谁？印尼了。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呢？泰国。对，泰国哈，那完全答对哈。那第四名就土地公婆了，那他等一下还会问的哈。那我继续请教你，就是说哈，
总共第一名是越南，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是泰国哈。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它有一个台北市新移民会馆，嗯，哦，台北市新移民会馆，它这个会馆非常的有生命力，而且它办了很多的活动，包括社会关怀，包括教育局里面的语文教学。那在六都里面，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一都有针对新住民做了任何设施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嘛？我跟你讲，我们刚刚接到新，还有新接到，还有一个就是台中市，台中市在103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新住民艺文中心，它办了很多的艺文活动，还有一些教育都在里面。所以，讲新住民的部分，你要加油。好，麻烦你认真一点。我们不要只在网站搞一个新住民专区。那我说这是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我跟你肯定。但是后边你能够落班，好不好？马上成立委员会，马上就要去做了。成立委员会，真的要成立啊！成立委员会要盖什么？要盖新移民会馆还是新住民文艺中心？委员会再来讨论。好，委员会再来讨论。对，太多会了啦，到搞到最后什么都不会啦。不是因为本来骗你，好，是社会局。你讲得出来，那我就在质询的时候，或是下个会许我好好的请教你执行率啦，哈，好不好？ Okay, 好，那接下来要请教你的大部分，大概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户政事务所哈，请所有主任站起来好不好？因为为什么你知道？我今日恁困去啦，我头下看张国华哦，困去，我做烦恼伊打呼啊。张国华，你坐，没关系啊，我是真的，真的坐久了会累了。那我大概问一下哈，也就是说，在101年3月份的时候哈，有未成年三个姐弟，小户长独居啦，小户长独居。所以我们桃园的部分哈，有一个专案，桃园市政府小户长主动关怀服务计划，哦，小户长主动关怀服务计划。那接着我请问一下我们的局长哈，那这些清册你有没有掌握到？报告一座哦，这个你是局长吗？不是，我请他答复，因为啊你要跟我讲，你要请他答复啊，要不然我以为局长又换人啦、啊。对不起。啊，对啊，你不能哎、欸，我讲什么你这样比我讲，你交通指挥吗？我要问你，你至少你要说哎，对不起，我不懂，让科长来回答。我们请科长答复。那你知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我才让科长回答。我知道有这项工作，但是实际执行情形要请他们。那你知道怎么执行吗？就是他们在实际执行，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你对整个计划根本就不清楚。你对整个小户长主动关怀计划根本就完全不了解、不掌握嘛？那我请教你啊，那在你们在里面有规定，你105年上半年度要把清册访视给各单位，那你交出去了没？你交给社会局了吗？你交给了教育局了吗？你有把清册交给区公所吗？因为会产生小户长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方案呢做好个，厝尾做一间，行个空户登记用囝个名。另外一种是真的是没有老爸无老母的，也有这一种。所以针对你们提出的计划，小户长主动关怀计划，你这边自己要去落实。我们所有的户政事务所这一部分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落实？好，那你随便那个这前面最左边这位女生，你那边有几户？对嘛？所以另外唔知嘛。我对数字不会很苛刻的要求，但是我最基本希望说能够落实这个政策。结果小户长关怀政策的一个服务计划完全没有去落实，连局长嘛唔知，科长嘛唔知。户政事务所名单也没有去掌握，会后把这些资料给我，我希望说能够针对小户长这些落实去做管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黄进平黄议员啊，黄议员请发言，谢谢。谢谢主席，局长。黄议员好。刚刚我听到这个早上你在质询的时候，这个。你说那个编50万元办市长基层座谈会嘛，对不对？总共一年度。一年50万还是一次13区50万？13区。一次13区。市政说明会。市政说明会。那笔预算编列50万。50万是一年一次还是一年两次？一年一次市政说明，13区都一起办。所以13区一次，13区一起，然后一年就是一次50万元，然后就13区用那50万，是不是？是。你知道市长基层座谈一区就是一年，所以照你这样讲，一年一次喽，不是一年两次。我们里基层座谈也是一年那个每一个区一次，那办完以后，到底几次？这个是市政说明，市政说明是也是13区各一次。所以市政说明一次，
然后里基层座谈一次，所以等于就是市长的这个跟里长大家基层座谈一年两次就对了。啊，这个原则上。那、这个、那五十万元是支应这一年两次吗？哦，就是只有市政说明而已。只有市政说明，那里长的基层座谈呢？那个那经费比较多，那个会跟里长做互动有聚餐。那大概多少？你们区长都知道吗？知道吧？那个包括一说，那个根据每一区里长的人数不同，他会后会参叙的部分，就增加参叙的部分，编到各区吧。说最少到多少，最多到多少？里最多的，里最多的是中里。何局长知道吗？那个麦克风，民政局直接拨到我们这边。多少？我不知道，大概一桌六千吧。不是，我是说你们整个这样里基层座谈的这样子经费，一桌五千。一桌五千。嗯，还有就里基层座经费是编在我们局里面。嗯，所以我说多少钱啊？你刚刚可以答得出来，那个市长的这个说明会是一年五十万一次，那里基层座谈呢？里基层座谈是没有固定的编五十万的预算，因为他只是在参叙的部分比较用钱的部分。那一年大概多少钱？好像编两百。我们那个整个预算是两百万。两百万是不是？局长请坐哈。那个，那您知道林长的座谈会多久办一次？它是由区来办。各区大概多久办一次？林长就是各里的各里里长要办的嘛。里长在办，然后区各里里长要办，你们各区公所都没有吗？都有嘛哈。那各区公所都有，里长办的林长的座谈会，规定他们是一年要办几次？我们没有限定，是吧？没有吗？没有规定吗？有里自己意需要的，他们自己决定要开。就是由里长自行决定要不要办林长的这个基层座谈会哈。是。所以啦，刚刚我会问你们这样子，市长的这个市政说明会，还有这个各里的里长基层的这个座谈会。就会问到说，关系到各里的这个里长，因为根据本席参加过我们平镇地区的几个里的这个里长座谈会呢，那当然有些里他是在比如说三安这个集会所，哦，像之前我参加新安里的，他就会在三安的这个三安里的集会所这样子，新安、华安、东安这样子。那有里集会所的话就 OK， 但是呢，你看看，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这样问你们，本席问的状况就是说，市长他办的这个市政说明会，或者是基层里长的这个座谈会，好了，都是几乎在餐厅或是饭店，有冷暖气空调，所以你看看，这是市长在我们平镇参加的，在餐厅饭店，所以不管是市政说明会也好，或者是里长座谈会，那会后刚刚也问到你们还是有参叙，但是呢，下到各基层的这个里长，我给你看一下，看的是蛮寒酸的，大家就在露天啊，在街头这样举办。这是我当时拍下来的，林长啊办座谈会的时候就很客难，不管刮风下雨晴天黑夜，你看晚上白天他们就要这样，如果下雨天根本没办法开哎。所以我就说，刚刚我才特别问到你们，如果桃园市你们十二个行政区每一个区长都一样，各个里如果有里长他们在办林长座谈会的话，你想想看，我参加林长座谈会没有这个场地的里长就会跟我抱怨没有经费也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就算了，重点是没有场地。所以你看他们要自己在那个里长的办公处附近啊，你看这两边要摆椅子，然后自己当然水啊这个我们都会提供，这样子赞助他们，里长就坐在那边，你想想看他们是什么观感。市长带着所有里长和区长参加座谈会的时候，就是在饭店餐厅还可以吃饭，那里长在开座谈会的时候，跟里长，因为里长必须靠这些里长，哎，每一个里的里长他都有这个二三十个、四五十个不等的这个，甚至更多的这个里长。你让他们在开里长座谈会的时候，我相信区长你们在碰到里长在跟你们谈这个事情反应的时候，你们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啊，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当里长在办这个里长的座谈会的时候，要跟公家机关申请这个场地，比如说平镇妇幼馆，哦，比如说这个。我就拿平南里好了，那边有一个这个老人文康中心，哦，我上次跟何区长跟我们社会局的古局长都去看过那样的一个平南里的这个文康中心，那是社会局负责的这个地方，
都还要租金呢？不用不用，里长跟我说要租金啊。不用，他只要申请就不用。只要申请就不用吗？不用不用不用。可是里长说说，当时他们去问他们那个主管的人，他们就说要租金呢。他们来申请，来申请绝对不用。要到区公所吗？要。所以你们能不能跟所有的里长宣导，如果以后要办这种邻长的座谈会，可不可以由区公所或主动协助提供这些里长？没有问题。可不可以？可以。不是只有凭证哦，你们各系也是，各区也是一样，杨梅、芦竹、八德、中立、观音、大溪，还有大园、新屋都是一样哦，好不好？可不可以提供里长，告诉里长说市政府愿意来帮你们，你们开邻长座谈会是在帮市政，帮市政的这些村民做一个这个宣导，然后做一个基层的沟通。因为市长来的时候，你们里长和区长已经做一个全程的这个沟通陪同了嘛，但是市长不可能到每一个里的邻长去，那邻长的话由里长来负责的话，那你们提供场地让他们不用为了经费伤脑筋，为了这个还要租金，不管租妇幼馆也好，租什么文康中心什么什么这些公家的设施，让他们有场地，你这可不可以通知他们？可以，我们会写一份公文给各公所，好不好？各公所协助啊，里长来开里长。这是我今天一直留到最后最重要要跟你们反映的一点，说不要让里长召集邻长座谈会的人，就算有些里长有开，有些里长没开，那至少让有想要开邻长座谈会的里长，让他们有一些空间。你看了这个，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吗？想掉眼泪哦。还好那天没下雨，刚好开完会之后，我离开的时候。拍完这个晚上，还有这个晚上呢，就下雨了。如果是下雨天，根本没办法开。里长跟我抱怨说，如果要搭棚子的话，怕下雨了还要花钱，他们哪有这个钱啊？所以再麻烦你们，里这个局长、局里面跟里长、区长这边哈，跟那个我们各里的沟通一下，传达一下你们的这个想法，然后让他们知道哪些管道可以协助，好不好？好，好，局长你请坐哦。这个局长，我在这个你的报告里面看到哈。你这么多的这个公务报告没有这个从4月1号到7月31号的工作执行状况，可是6月底的时候，我跟那个交通局还有你们区公所去文化街文化国小那边的这个铺面标志啊重新会刊，当时就说会赶在这个开学前做好啊，可是现在都开学了还没做，而且你没写在里面，是钱用光了还是你们根本没做？我不了解，我了解一下。你不知道这个案子哦？不知道，回去查一下哦。好，你跟那个你们区公所承办同仁。还有这个交通局的相关的联络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文化街，文化街。好，当时会刊决议要做，你们也发了公文，可是最后是没铺吗？我没看到那个文化线的，你可以去看文化街。是线还是标线？好，路会刊路面标线，还有号志那边的这个，它有铺面要重铺，包括那个路面的那个铺面要重铺，是最近会铺。对啊，都没有做，我都没看到你写在里面啊。还没做啊，做了就会写，好不好？你再帮我确认一下，再跟我回复一下，是，好不好？好。然后我建议你们在这个刚刚杨进福也刚刚提到你们的这个报告啊，我建议以后各区啊，局长你也跟各区区长讲一下啊、哦，跟这个桃园区区公所的这个区长啊、哦、张思威，你们的幕僚我觉得做得比较不错，这跟区长你们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参考一下他。我希望你们以后各区的做法，像桃园比照桃园区公所。经费时间这样很一目了然，让我们议员充分的掌握，就请民政局统一要求各区公所明年开始的哈、哦、这个工作报告，以后每一个会期提出的工作报告都以桃园区公所这一次的这个，我、哦、上次其实我也讲过了，今天杨议员讲我也看到这个问题哦，比照这个桃园区的这个做法，让大家一目了然。我知道你们有些条例是已经蛮多了，但是这样整理起来会更详细。好、哦，请坐。哦，这个张局长请坐，何局长。那个我5月去会刊复旦里复旦街复旦路二段150巷那个会刊，结果6月后来你们去铺的时候遭到民众反弹有阻力嘛，后来你们再去铺那个范围，后来比那个会结论说那个状况，上次我跟你们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徐希万徐议员啊，徐议员请发言啊。下一位是李光达李议员，请准备。谢谢议长哈，大家都辛苦了。就像局长哈，我们升格直辖市了以后，我们所有的里长哈，还有邻长都是最基层的啊，一群我们的这个行政工作者哈。但是现在很多的里长都在反映，他现在有像我们的这个道路的除草，除草呢，是统一都发包没有错，但是呢。除草很没有办法去配合
这个里长的这个需求，而且当然这个在割草的除草的过程呢，是越割越高，好，都是从整个一直高，好，到时候没有办法是整个清除，到最后你现在看看哦，路边的所有的每一个乡镇市的每一个区公所的每一个区道路的所有的路边的杂草都是越来越积越高，那可能是不是有里长在建议呢？干脆不要那个整个编列用割草，干脆割全部用除草，整个挖除掉，把路边的所有的杂草全部用挖土机全部挖除，全部再走，因为你割草你没有割没办法割干净，好，割干净你要造成呢啊这个路边的排水的时候没办法直接排到哦排水沟，所以说像希望，不然的话就是希望说由里长，哦由里长呢这个经费由里长他们自行哦你编列给他们来统筹来办理来割草，他们这样呢反而会割得更干净，而且他们会视哪一条道路需要可以及时来做到，啊里长嘛别叫别什么，哦里长你无做别什么里长，啊里长你就找工作找议员，所以说希望说你这点呢可以是可以去整个要让里长哦他是最基层的，让他们比较好做事情，为我们的里民来做哈、哦、这是第一点哈、哦、另外的啊我们市长的这个啊闲置我们的近视设施用地啊这也提出要做整个要活化利用，那在我们市政府也提出我们大园啊五前的那个近视设施已停用好多年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里面要作为我们的里面的活动中心及我们的日照中心，那争取到现在还没有下文，哦，很多的里面都一直在问里长，包括里长，到底这个我们里面活动中心到日照中心什么时候可以有办法再实施？哦，我想易座已经看到我们那份公文，就是军备局给我们的公文，跟我们谈，我们跟他讲，给我们无偿移拨，他就说你先让我这些几笔土地先活化再说，所以我想这次我们会请他来开会，那请他告诉他你那个是特定目的事业用地，哦，将来这个可以申请。这个公文上我看过了解哈，但是要我们市政府如何跟军备局来达成共识？这时候我们要赶快做积极努力，我们已经通知，不然你闲置在那边，我们地方是真的是非常的需求，好，这一点是希望说多努力一点哈。好，另外呢，再请教我们区长哈，这一点呢跟我们那副市长等一下也请你回答一下哈，在这个我们大园公共市场地下室它漏水严重，而且它是渗出非常很多的这个污水。或者甚至呢，我副处呢也邀请我们金花局，哦，一同去会勘去改善。那金花局改善呢，在看的结果呢，他发现说，哎，我们的地下那个市场的地下停车场呢，现在目前还是有租约，还是租给我们这个停车这使用。那在停车使用呢，那就要由我们承租单位，就是公所，要善尽维护管理的责任。但是公所呢？没有这个经费负起这么庞大的一个改善的这个整个工作，那是不是呢这个我们市政府我们金花局要挑起这个改善的计划。那我要请教我们局长呢，我们这个停车的这个期间是到什么时候？我们停车场一年两年的违宪还在公开招标，要好像快一年了啊，时间两年还一年，时间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时间到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副局长副市长是不是可以在做这一段期间来进行我们的整个评估哦，来做这样的改善？我想公有零售市场它的设施调整改善的部分只要由目前的管理单位就是公所函报到经发局，经发局透过会勘以后，他就根据需要来编列预算来处理。我刚才已经过了嘛，告诉你们也请金花局公所通通去会勘了嘛。啊，所以现在就是因为会勘的结论，他是讲说你现在公所有租约嘛，那租约他要求公所来做管理呀、公所没有这个经费可以做去管理这个。应该是这样子讲了哦，就是说他目前是因为有停车场外包出去经营，所以有两个方式处理，一个方式处理是那个停车场那个合约里面把部分空间减少，
来去做施工。另外方式是等合约结束了以后，你再跟我们申请预算，我们就拨补，来请那公所来执行。那局长，这样是不是时间到的时候啊？我们再整个赶快在这段时间，请市政府来跟公所来进行看如何改善，把我们那整个停车场，把地下室真的是非常的脏乱，要彻底的去改善完毕。好，这一点哈。啊，另外再就是，我们22号公墓，22号公墓那这个纳骨堂已兴建第一期工程已接近完工，那什么时候才开始要办理抽签登记迁入？报告一座啊，目前为止我们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主体完成后要申请执照，执照之后的话，我们第一步的优先就是把目前占错区的那个地优先先迁进去以后，然后我们才公布。而且刚才我们这个建立市政府啊，在这个22号公墓啊纳骨塔的兴建啊，是以我们89年作为基金，我们的回馈大原乡的基金来做一个建这个纳骨塔。我希望说市这边能够照顾在大原乡啊所有的乡亲，能够把这个比方说所在地镇头里的部分啊这个打五折的优待，我希望说整个啊大原区18里当中都能够以回馈金的方式来照顾大原区所有的乡亲，啊，应该是在明年的23内，我们就这个执照就申请到的话，我们这个赞助就可以优先进去。那办理抽签顺序，包括办理抽签的时候，那个不是抽签，那个是开放登记嘛，办理登记嘛，哎，办理登记，那个等那收费啊，规收费标准以后，我们就开始开放，开放由个人的坐向不一样。个人坐向优先来，先来先挑。好，办理登记的时候，这个整个哈，我希望说，希望尽量采取公平原则了哈。是的。啊，另外，啊，现在我们的新编道路命名非常的多哈。那命名道路以后，啊，现在都有开始做那个巷道的一个指示牌。巷道指示牌现在民众呢，啊，存钱到服务处，就是牌子做得很大，啊，那个字体呢写得很小，啊，那这现在这个。有什么改善方式没有？我们来通知那个交通局，重新调整那个字的大小。你现在到整个乡下，你去看一下，整个牌子呢，某某巷道，某某巷道，它的牌子很大，它的字体非常小，开车看不到，这是非常要积极要改善的地方哈。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我们副市长哈，这是整体的工程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公园，哦，所有的路树还有行道树。被台风一吹，整个就倒下来，很多都倒了。结果倒了，发现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整个种植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个塑胶，包括所有的布置布，包括什么网状，整个你要包裹好的，就整个放进去，什么都没有剪掉。到了最后，树啊根本就未开根，因为那里大，你种五年、种十年，你给挖开，也搁底下树啊倒去，也规丛好好。哦，那个是不是说我们那在整个各区公所，啊，我们各区区长以后要切实去要求，你们只要做种植，有种植的这个树木，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去要求，真的也不要把那个所有的一规章呵给包给落个捡回去，根本都别亏金。另外呢，我们在环保局、我们公路局、养公处的，就请我们副市长。做这个同意的一个要求，哦，彻底做一个改善。好，我到时候会邀请那个建造单位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对，我们希望说你现在整个种树木种了5年10年的还是一样啊，都一样的，不会成长啊。对。啊，另外呢，局长局长请坐。这样，我要真的要夸赞我们的户政事务所，我们的彭主任，还有我们的秘书。真的大人的工作非常的多，加上要噪音的这个回馈金，这个整个房子作业会的这个整个要申请，都要跑到户政事务所去，他们非常的用心，一直在帮百姓在解决，但是解决的问题常常会碰到，有的是地震的问题，有的是环保局的问题，地震环保局我另外会要求，那站在户政的立场，他们协助的非常的多，态度非常的好，现在可以讲。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光达李议员，李议员请发言，谢谢。谢谢议长，那个汤局长哈。嘿，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集会所哈，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土地的取得哈困难了哈，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啊几个里、三个里到五个里共用的都有了哈。对，联合里。我在想哦，这个集会所哈，它这个用途哈，除了说中秋节哈以外了哈，一些节庆活动哈啊，还有啊平常的啊是里面的一个啊舞蹈健身哈，还有或者伴着我们老龄化哈义诊了哈，或者是里面的一个义诊哈。或者治安座谈哈，治安座谈，我想还有一个很，还有凝聚公民意识的一些讲座哈，是啊，以及这个啊，我想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很多土地公哈，保佑着我们桃园哈，啊，万一灾难来的时候的一个防灾收容的一个功能哈，我想你应该是认同这个哈，啊，积极朝向这个去建制了哈，但是未来的所谓的公园哈，我们也提醒市政府哈，一定要兼具这个防灾功能，就是并行的哈。这是我想要做的哈，啊，特别感谢我们汤局长啊，很认真哈，很少啊有局长哈可以亲自出来会刊哈。上周感谢你哈，这个只要有需要一定出去。这样哈，啊，其他的局长没有来哈，要向汤局长来学习哈。他们都一样，他们都一样。你不用替他们讲话哈，我在赞美你哈。那个汴州公园哈，万平公园非常的美哈，那里有凤山岩哈，啊，这个和显宫、永安宫哈，这个地标这个啊整个意象哈，再麻烦你。好，我想那一天你也大概了解当地还有里民哈啊里长那边的想法了哈。对他们想要做区隔了。好，再者就啊，等一下我再跟区长讨论哈，他关于这个公园里面的啊整个一个步道哈的整修哈啊，你也看到哈殡葬所的周遭哈，我想殡葬所周遭的脏乱哈，很多来自于因为很多人去送葬哈，亲友送葬哈啊，可能个人道德的问题哈，我想。虽然是属于啊我们的区管的一个道路哈，可能不够尽责，没有去维护哈。我想站在我们是地主了哈，你是殡葬所所长哈，许所长哈，这个部分的环境维护要麻烦你。特别交代是，那我们会在定期在两条道路的部分再清扫。好，好，那个局长请坐哈。那许所长，是那个在这个季节过渡期间哈，我想大体都收容不足嘛哈。所以我们外县市也没有办法去容纳，我们本市的市民大体就没有办法收容了嘛，所以往南区去移嘛，哈，这就造成啊所谓的啊商家成本的一个负担，我相信是这样子啦，哈，难免啦，多多少会这样子啦。是的，目前是我们等于桃园这边等于第二的冷冻室，目前已经到西部设。好，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你要增设大概200个的部分，七成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目前上礼拜已经西部设计已经在用，那定稿之后，我们会在这个十月份尽速的上网工程部分上网招标。我想这个有它的急迫性哦，是老龄化哈，还有这个疾病啊，说 A、B、C 流感这个部分哈，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哈。再者这个啊。低污染哈，不敢讲零污染了哈。现在正在建制的这个啊库前的这个火化炉哈，七成什么时候会完成？库前9月26号会到我们所里面做组装，等于开始之后就10月份会开始试运转。验收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哈，到时候尽快，因为哈也很多都啊运到南区哈，结果有一种现象哈，就趁机啊哈哄抬一点点价格，也是成本了哈。这一点我提醒一下，十月份我们会尽快完工。哦，我想能够南区办的，尽量是南区啊，北区就尽量在北区哈。好，那个所长请坐。谢谢。等一下，你等一下，大园区长哈，谢谢。坐。哦，那个大园爱西瓜哈，第一个好食，好我个行销者。好，多谢啦，多谢你送的，我感觉吃袂了哈，真好食哈。啊，桃园老什么名产哈？我再想想看有什么名产再送你了哈。谢谢。谢谢一座。还有观音区区长。谢谢了哈，啊，我是桃园区哈，啊，拜托您的案子哈，你也能够服务到我这边来哈，感谢了哈，两位请坐，啊，张区长哈，啊，请教一下哈，对，你这个工作报告哈，对，公务类，好，还有这个公园路灯哈，对，好像没几项啊，有在建工程的了哈，对，啊有还有要绝标的了哈，对，好像无几项啦，基本我无满意啦，哦，我们在6月28号哈。在这个金悦哈，金悦国际大饭店哈，开这个里基层哈啊里的一个座谈会，就里长都会去啦。好，接下来哈，在7月12号哈，我们就在松园餐厅哈，就我们请市府局处哈啊来的大概都是主秘以上哈啊跟那个啊副局长啊局长来的也不多了哈。我想所有的里长提的一个问题哈，跟去年哈我来看哈老问题啦。大部分都是老问题了哈，问题出在哪里？老问题，因为跟报告一座哈，
有些是用地取得的部分。是好，安尼我问你，泰山里、玉山里、南门里，哪要设啊？里基会所要设哩倒？是这样子啊、哦，那个目前哦，温龙武在吹了哈、哦嗯、啊，但是呢，其实那个后站那部分哦，其实是往那个市中心区还有这个大树林区，他们附近哈、哦、都有一些里级大型的里级会所哈、哦。好啦，我跟你讲哈、哦，这个去跟里长好好的谈哈、哦，不要光说不练哈、哦。我问你哈、哦，龙山里啊、林清良里长他现在最想要做的建设是什么？他是打通龙泉那个五街跟六街的哈、哦。那因为他的预算的金的架构，这个土地架构金额一个是2.4亿，一个3.3亿啦、嗯，所以说他。主要的主办单位金额很高呀，金额很高，很高啊！一个学校，一个行政当一个行政中心啊，今天才动土的啊，也1.24亿啊、嗯，啊，大溪的一个学校也3亿多啊，啊，来比较这个公益性，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哦，都是重要的哦。好，我问你啊，明德里要什么？明德里就是有一个土地公祠哈、哦，不是啦，中埔七街，中埔七街一个铁皮屋占用的问题啦，对。征收起来2000多万呐、啊，针对单一征收2000多万呐、啊，啊，你如果说照你们市政府去规划的话，有秘书长，那讲330公顷，规个拢来征收道路用地的部分，拢总爱2亿外，当然2亿外咱开不落去嘛，啊，这个实在有它的必要性嘛，哦，我想我、啊、那个有副市长请坐了哈、哦，哦，我主要是凸显一个问题说，区长你在忙什么？不好意思，你刚刚提的这几个土地征收的问题哦，好，我讲的是几个理而已哦，我不想再多问下去哦，时间有限了哈、哦。这个最主要这几，你刚刚提的这几个问题，其实很多都是不是区公所全责可以执行。我知道啊，好，刚讲你不是区公所的全责，讲到永和市场的事，你又推给金发局。事实上，你们的农经科一直去讲翕相，你们在清摊。哦、对不对？我觉得做事吼、哦、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然后你现在是区长吼、哦，被市长委以重任，绝对有你的专长啊、哦、我是希望讲吼、哦，有闲吼、哦、出来行行咧，行行咧。不好意思，其实我逐天拢在外口咧行啦吼。好啊，行，你有行过玉山街无？玉山街、玉山公园嘛，入过啊。玉山平交叫的玉山街，我叫你讲。玉山街，我知你讲迄个是纺织厂迄、那个。到迄个平交道南门里迄个所，我甲你讲，迄叫玉山里吼，遐是瓶颈路段，两台车袂使相向。你是区长，你代表咱区民、咱的里民、咱的市民，你是不是要反映给市政府，也协助议员来督促说，这个要如何去拓宽，如何来改善这个交通的一个瓶颈？我讲的区长要做什么事情？协助我们议员嘛。是，对吧？你哎，你是区长呢，你搁较重视咱区的啊，这个经过的市民呢？我讲的独立吧。哦。哦，我希望你安尼来做吼。啊，讲到这个啊，东门市场吼，对，一百新的计划又出来了吼，增加预算吼，6亿多吼，当然是再开挖一层哦，我也赞成哦。啊，汽车位来增加了吼。那这个骑乘上吼，那我问你吼，那东门南门永和市场它可以再营运多久？大家很关心哦，人心惶惶哦。报告这个报议做了哈。当初我们收到的指示是，东门那永和市场预计是106年10月份要交给这个。现在的哈、哦、工期大概107年底了哈、哦。啊，咱几年该啷子签了哈？公部门跟摊商这个权利人哈、哦、来打契约哈、哦，还要透过代书吗？不需要。哦，不需要你讲的哈、哦。往年哈、哦，我们还花80万给代书核对身份。跟我们公部门的啊定型化的一个契约来签据，啊，好能摊背咋办？这条子我倒信了。不好意思，这个从去年签约的时候，并没有花这80万的费用。去年没有哈、哦？没有花。那我们一次是签1.5年。确定了哈、哦？对。你最近人家跟我陈情哈、哦，好，在这个我们的公所的行政效率方面哈、哦，我希望你在督促来提升哈、哦，一个小小的一个忠孝公园，好、哦，厕所不通了哈、哦，单半年。哦，这个后来我们啊副区长已经解决了啦哈、哦。我想这个部分哈、哦，举凡种种哈、哦，还有这个啊第三市场用地中路地区哈、哦，国民运动中心哈、哦，我本席在这里提很多次哦，需不需要这么多市场用地？终于不需要哈、哦，这个功劳也不是你的啦哈、哦。我想，但是你有这个心，也
协助我们来争取哦。我希望能够发掘更多需要的地方哦，来建设哦，来让我们的啊南北整个区域做一个均衡，再继续努力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请蔡永芳蔡议员啊，以及吴春芳吴议员啊，两位议员共用十二分钟。好，我先用，谢谢议长啊。那个请教那个局长哈，潘局长，吴议员好。像今天我一大早就来了两个乡亲到我的服务处来，他们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殡葬他的家人往生了，他们没有那个殡葬的费用。我想除了在社会局、在移民局之外有申请其他的一些的补助之外，我想这种情形在那个民政局这个区块，在殡葬业务的区块，一定有很多的这种情形。对，可以跟我们申请联合电竞。他们家人没有钱来殓葬这些往生者，他的家人，我相信他们心一定会非常的痛苦。我不晓得说民政局这个区块一座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金，这样一个协助这个社会人士，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赶快给他们度过这个困境，让他们能够安安心心的把往生者能够殓葬出去。这个没问题，我们有联合电计哦，只要告诉我们是哪一家户。这个窗口要跟谁那个申请？我们殡葬所这边就会受理。殡葬所，哎，这没有分族群吧？没有分，全市民都可以。就是中立跟桃园市。整个桃园市都可以。都可以哈，只要户籍在桃园市就可以了，是不是？都可以，哎，桃园市都可以。好，我想说，你说可以，我不想到他那个条件，申请条件，我希望你给我一份，好不好？哦，我让我了解知道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受到这个福利，受到这个补助。这因为有很多的社会的那个不会要求他一定要拿什么大的证明，不会，我们不会要求，因为这种东西已经很可怜了，还要他什么证明？因为我能力有限，知道吗，局长？他们每次来，我最多只能接一些少少许许的一些费用，一些经费给他们。这会全部免费。你看一天就来了两个人，一个礼拜来了一次。包括一座，我们可以，这可以全部免费。我当然也希望说，我们政府这个区块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桃园市所有的一些的族人，让他们度过这个困境，好不好？这个殡葬的部分可以全部免费，只要告诉我们这个家户是谁，我们赶快崩溃做服务。好，那我们共同来努力哈。那个，当然这次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十二区的区长。刚刚我们书记提到过，你们都参加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区的那个丰年祭嘛，对不对？这个费用当然是透过我们原民局来补助给各区公所。当然，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户政单位，各区的户政单位能够参与。为什么？你们可以宣导你们的一些政策给我们一些族人，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户政单位，我们那个民政局到底有哪些的福利？像生意补助的补助津贴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原住民的所有的乡亲，并不是百分之百都完全了解这个福利。我希望说，除了我们各区的区长能够派代表之外呢，我也希望我们的那个户政单位能够派代表，好不好？有没有问题？这没问题，我们下次没问题啊。我没有要求说一定是要所长哦，我希望说能够派员。能够去做一个宣导，把你们的那个户政的，像你们的那个礼拜假日的那个假日的服务收件，对不对？这个都可以做宣导。Okay, 连我好，连我的家人都不晓得说礼拜六。谢谢一座给我们提醒哦。下次有每个地方有办，每个区有办活动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同仁去做一些宣导，好不好？好，不好意思，谢谢。那个我再请教那个宗教科的部分哈，那个宗教科。你们补助个我们桃园市的一些那个优良，是不是优良的那个教会宗教，不管是任何的公庙长老教会、天主教会，各个宗教，一年补助了800万给这些宗教团体，真正补助了几所，好像只有15所嘛，对不对？800万等于说一个教会一个宗教团体，你就补助了55万，我不晓得说。我们原住民有没有人申请？现在原民的宗教团体好像还没有，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我想这个有需求的话，可能我们宣导还不够了，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对嘛，就是你的宣导，你们就只会宣导一些公庙、一些的那个
只要合法立案的原住民的那个教会，原住民的宗教团体，你们根本就没有做宣导嘛。他只要合法立案的资讯，他们资讯就来自我们原住民行政局。他们说，他们一直认为说，他们只有跟原民局来做申请，而其他的单位没有。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也希望是说，我们原民局我们那个民政局能够多多的照顾我们那个比较弱势的团体，好不好？好，这个没问题。也让一些那个宗教团体能够了解说，他的福利在哪里啊？我们会再通知。要不然你看，800万一年，800万才补助15所的那个教会，应该是4到7月份是吧？到七月份是不是？对，还是到这个年底？到年底好像还没有完全执行完毕啊。我虽然说，如果说他们是未合，等于是说未合法的，正式合法的那个教会的话，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社团，然后用这个宗教来做一个这个活动？对，你可以吗？我会再通知他们，因为你们的条件一定要是合法的嘛，对不对？对，合法立案的那个宗教团体来申请嘛。对，原住民的合法中的那个宗教立案的团体真的是少之又少，几乎等于零。所以说，我希望说，是可以透过其他合法的一般的社团，然后办这个，用这个宗教的这个教会的名义来去申请这个经费，身上可行吗？可行啊，我们会再辅导，尽量。我想让你回去研究一下好吗？那个局长，如果说可行的话，我相信我们其他的那个教会一定会感谢你们。教会一般来讲，他们都申请立案，都是合法的，大部分。我不晓得您现在讲的哪一家宗教团体啦。他先，其实教会我们没有分原民跟一般的，我们都看不出来。已经立案的，我们原住民的依据我知道哈，依据我所知，真正能够合法涉案立案的原住民的那个宗教团体是非常的少，非常少之又少。我也希望说，刚刚为什么特别提到合法的那个社团，可不可以透过合法的社团来替这个教会来申请这个补助？他像我想你那个局长，你回去研究一下好了哈。好，那个时间我给那个。好，谢谢啊，谢谢局长，请坐。好，我们请那个副局长郑思殿先生啊。我看你坐得真忝诶。为什么请局长坐？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广行宫的主委哈，李秀明主委说哈，他帮忙很大，要请他休息一下。刚刚打电话给我哈，那个我想请教你哈，那个我们民政业务这么多哈。那区公所又归我们民政局来所谓督导，那但是区公所的业务不只是民政业务，是农业、水务、公务，哦，几乎都有。那常会有发现一个问题了，因为之前8月份文化局办一个活动，活动不大，是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这个不知道是承办员文化局承办员的问题。还是承包厂商的问题，他公文上面写的不够清楚，好，没有请他们帮忙宣传、帮忙联络、帮忙动员，好，帮忙请里长去帮忙广播，结果人家看到公文写什么我就做什么，办活动就写说，请你们干嘛，他就只做那项目上有写的事，所以我也跟文化局讲，公家花了钱，充分的利用。那公家花了钱，对不对？你以后哈可以委托的项目，通通都写上去，一字不漏，人就袂闹高，无哈，较袂讲是要小提责任。那希望各位区长也主动一点，办活动是希望动员，希望要人来嘛，不要这么自私，因为文化局上面没有写，我就不做，这个太官僚了，好不好？这个太官僚了哈。那你请坐，清娟，我先搞你。我很有趣，我翻到你们的这个哈，你们有重病住院补助跟丧葬补助，对不对？是。这个来源项目在哪边？预算来源？报告一座，这是有关回馈金的部分。回馈金嘛，是。哦，我想奇怪，为什么白白拢是桃园市市民，恁有关八地无？哦，原来是有回馈金嘛，因为关了物量是不是？是。大潭电厂的，对不对？是。哦，对的，所以说。这个要讲清楚一点，因为你看到广播出去，以为说大细喊，对不对？因为恁遐污染低啊，有迄个大潭电厂低啊，所以告这个包装哈，请坐。那个殡葬礼仪科是请叫你吗？是。哦，一次叫两个哈，没关系。那个联合电器有没有？是。拢免钱对不对？是。那民众有选择的权利吗？有。
它就是我们原则上现在是二十项那个免费服务的项目，原则上他只要参加的话，我们这二十项他都只要选择我们这个联合电机的时候，他这二十项我们提供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啊，他可以自己选额外的吗？额外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就是说我们会是每年那个就是说民众来参加反映的部分可以增加的项目，还有临近县市他们有增加的项目，我们都会参考。我想请教你啊，既然免钱哈，那最后骨灰怎么处理？骨灰目前我们服务的截止点是在那个火化完成，然后先是暂时放到殡葬所这边，然后他们到时候是要还是要领回去。另外那领回去的时候，他们如果也要爱的纳骨堂的那个费用自己要出嘛，对不对？对，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除非是说我们有除了支葬、树葬，除了海葬，其他就你也是有去建那个灵骨塔的，就是钱要改开。如果公立纳骨塔，我们有一些就是如果他有符合相关资格的话，也是有减免费用的。排户对的，如果有符合排户的标准，就可以一样用免费。所以像中低收入户，就是说那个低收入户有一些列册这些的民众，就是说我们总共有大概是八项到九项，哎是。那联合电计，我们一年大约有多少位往生者的家属来申请？我们一个月大概现在平均半年场次大概是三场，然后一场是八位，所以一个月差不多二十几位。是。那一年就差不多300位。哎、欸，是。是吗？哈。哎、欸，是。那因为我上次有介绍一位，后来我做后续追踪要请问他到底怎么办，后来电话没有联络到了哈。是。后来我后续有稍微了解一下，有些人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丧葬补助，他想要钱，好。可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并没有所谓的丧葬补助，可能只有区公所有那个所谓的回馈金的部分。是。那我跟他讲说，联合电计免钱，兴趣缺缺，是因为宗教信仰啊，这有分什么中式、西式还是怎么样？他们接受度不高。我请教你，联合电计厝会使徛灵无？那个都没有影响，就是说，其实参加联合电计的话，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是有礼仪公司在做服务的案件，所以不是说他参加联合电计就一定是我们那个承办。你规格化以外哈，多加一些弹性的东西，让他们可以加一些少许的钱，然后符合他们的需求，好吧？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刘仁照留言，时间五分钟，请发言，谢谢。好，谢谢。谢谢议长哈，那个谢谢局长。Yeah. 嘿，局长，那我们再讨论一下哈，关于那个哈，集会所的管理的部分呢、啊，目前来讲呢，老实讲，现在集会所的管理，我们都是委由里长，里长。原则上区公所。原则上是区公所来管理。那我们现在每个月有编多少钱给区公所？比如说清洁打扫的部分。这个是否请区长简单的说明一下？目前我们是每一个集会所5000块钱。好，每一个集会所每个月5000块钱。好，这个部分的话，我可能要请到时候也请我们局长跟区长到时候来了解一下，市政府来了解一下，因为有些里长在反映呢、啊，就是说可能5000块请人家来打扫，可能老实讲，可能没有人要愿意做，变成最后是让里长自己跳下去每天来扫厕所这种工作，这当然。说真的，这个应该不是里长该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否回去可以来收集一下各里长的意见，来回来检讨一下，看是否有可以改善的空间呐、啊。因为说真的，现在5000块你要让人家来打扫，应该不太可能一个礼拜扫一次嘛，那这样子集会所会那个环境会不够干净呐、啊。这个我们再回去再检讨一下。好，那局长请坐，局长坐一下，那个科长坐，谢谢哈。那个区长，那我现在简短问一下哈，因为我看一下那个。报告，我们那个目前的重大的建设后，亲子公园的部分，我在看预计我们发包了吗？9月6号发包。9月6号，所以已经有确定发包出去，所以在我们应该因为今年度凭证有很多的重大建设案了、啊，那个进度的部分麻烦那个区长再追踪发楼一下，因为其实市长也很关心我们所有地方进度的建设啦。好，那如果说有来不及的做不好的那个，可能这我相信区长下去督促一下，那个效果应该会还不错吼。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区长那个因为未来吼
因为现在啦，因为常常那种就是大雨吼，一下子又下很大，所以我们的排水系统吼，这个部分可能区长要来帮忙来协助一下，因为以前的一些排水系统可能是过于老旧，或者是以前那种年时代的设计，到现在这种那个大雨那个骤雨一下的时候，都会宣泄不及，所以会造成很多地方淹水。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区公所是否来建议、来规划、来定期的来看什么啊，编预算来重新的来检视，因为到目前为止啦，淹水的地方还是有，都还是有常常听到，因为有时候可能雨下太大，但是雨下太大，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常态的啦。这是暴雨，这个一定是常态，因为这个气候变迁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必须要重来，好好来检讨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到时候我们公所的业务是否可以回去来做一下规划，来重新来检视一下。因为常常听到，比如说我提到一个东安里的里长戴佩仪里长，他常常那边是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后，这个部分区长再回去来帮忙一下。那还有那个市民卡的部分，市民卡的部分我有看到那个报告，我们关于我们凭证区啊，所以是今年才一个年度是2000多张是吗？这报告上面的内容应该是这样，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是吗？我是看那个工作报告，没有啦，因为这个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2000多张，我是觉得说一个年度才2000多张，那个这应该是我们还要再努力的部分，因为凭证的部分可能有二十几万人，我们当然你现在一直在推广市民卡 ，Ubike 这样下去以后，大家都会来用，也许他用悠游卡，也许用市民卡，但是我都当然会建议他们要用市民卡，所以这个推广的部分，可能我们公所的业务再来努力一下哦。那还有。公园的整修的部分，公园整修的部分哈，实际上我知道这个业务原则上公园在算是我们公务局的景观防灾科嘛，但是我们区公所也有编预算来做一些公园的整修，但是我在想说哈，因为有些预算比较大，比如说我们整个公园要来做整个翻修的部分，这个部分就便要编专案的预算来做，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想说，因为我知道我们明年度还有在做一星公园的整治的编划计划嘛，那其实上还有很多公园，比如说像广仁公园，它那边广仁公园的部分也有要预计，也可能要整个重新来检视，这个现在希望说到时候我们来安排个会刊，然后到时候看可不可以来争取一笔预算来做广仁公园的部分，这个区长 OK 吗？好，没问题，这个到时候部分再麻烦我们区长来一起来努力，把这个公园的，就是所有的公园可能要检视一下。那因为今天议员也有提到一些树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凭证的部分来，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谢谢议员。好，谢谢。那个余副市长啊，那个今天哈，我们那个重要的决议哈，那个记者会的问题哈，那回去再转达市政府哈。那我想今天《满江红》满满，大家加油哈。我们散会，谢谢。